各位好，欢迎来到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在我们这次的任务呢，我们想来探讨，在学员所提交的这些作业，那我们会进行对应的 code review。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进度。那我们这次的进度呢，是对应到第三周，也就是三月三号。那这个在三月三号，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探讨的话就是包含说，Linux 作业系统的术语跟相关的概念。好，那这个。我们也有相关的个线上讲座，好，那大家可以做参考。那了解这个观念之后呢，其实我们需要有非常充足的 C 语言认知，好，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从指标啦、函数呼叫、把我们递回啦、前置处理器就是所谓的preprocessor，好，然后包含说 go to 流程控制，那这些标题看起来都。好像都不是那么有趣，但是你必须要非常熟悉，否则你永远只能停留在作业系统的概念。那我们在这门课呢，不希望学员永远只停留在概念上，我们希望说你真的可以去理解 Linux 核心怎么运作，甚至你可以去修改。我们讲的修改，不见得是说你一定要对 Linux 做了什么很大的贡献才叫修改啊，哦。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所谓的修改，其实往往就是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 Linux 核心一直到今天还有蓬勃发展，因为各式各样的需求是非常多的啊。那我们之后也会再做一些案例的探讨，我们会找一些商务上的案例。那在我们探讨这些比较大型的案例之前，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从这个很基础的事情去探讨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我们在这边来讲话，包括说这个西元的这个函数呼叫篇，好。那这个我们有另外一个讲座，叫做你所不知道的 C 语言，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就在探讨这个部分的议题。好，那所以我希望说各位有个清楚认知啊，就是说很多人会讲说理论跟实务，然后就是好像是两个甚至在台湾来讲会甚至是认为互斥的概念，就是说，哎，理论强的实作不太行啊，或者实作很强的人，他就只会可能只会拼装啊，只会写程式，然后对理论不是那么熟。好，其实不然哈，真正作为一个工程师，其实你两个东西都要有。好，你扣掉台湾以外的环境啊，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些在 YouTube 看把你听过的那些知名的开发者的名字，好，然后再估。YouTube 上搜寻，那你可以听到他们的一些演讲，那你可以发现说，这些人演讲来讲话，他不可能只有讲实务，他也可以举出一些理论。那我们这当然这边讲的理论不全的是 computer science 的理论，也可能包含说一些管理学的理论。好，那最重要就是说，他可以把这种两边就是理论跟实务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掌握。那当然中间你就是要克服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要。有认知，好，这个认知就是你真的可以动手做一些事情，好，那不管是从对规格书的掌握啦，然后以及扩展到你真的去动手去发现，好，发现说这些东西的组成，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你所不知道西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第三周的安排基本上是这里，那除了这以外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必要的这个实作技巧，那当然这些材料呢，其实在消化过程中都要花一阵子，好，那。像这边来讲话，你可以看到说它里面也多半是有录影哈。我们这边标这个红色的这个，就后面有标这个红色的这个星号的话，表示这个录影哈。那这个录影大概你这样算一算，大概就是大概需要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好，注意到不是你，我们的作业不是叫你只是看影片哈，但是你要在写作业之前，你要花十几个小时去看哈。那当然你不是除了看影片啊，你需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个链接看懂。当然，你会好奇说，哎，这样的东西我怎么知道我学习的状况？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会有安排随堂测验。我们随堂测验就是希望来检验各位的这个认知。好，那除了我们随堂作业以外啊，我们还有一些参考的题解，好，就是让大家去帮助大家去思考。好，那掌握这么多这个基本的这个认知之后，你就从 Linux 的概念到这个认知以后呢，你就可以来终于来挑战一些比较难的东西。好。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啊，这一次的这个作业。那我们这次的作业呢，我们称为叫做 FIB DRV，好，这个 DRV 就表示 driver，好，device driver 那个 driver，好，这个 DRV 常常就是被就是用来
表达 driver 这个意思哈，所以不管是在Linux 啊，在 macOS 啊，在 Windows 上啊，都有这样用法。那这个 FIB 呢，表示一个东西叫 Fibonacci， 好 ，Fibonacci 数列。好，那这个一样哈，这个我们有对应的这个作业的那个说明。好，那我先来想一下，我们做这个作业，我的那个设计考量。好，那这时候呢，你可以切换到我们这个 Facebook 上的讨论区。好，那这讨论区的话，我们就会照这个每一周进度。好，那我们这周进度是3月3号。好，所以你来看一下3月3号。那这3月3号来讲的话，我就有列出一些从这个教材啦，好，然后从这些相关的资讯，我就把它列出来。好，那我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作业的考量点。在这个作业考量点哈，其实我顺便讲一下，我这个作业怎么设计出来的哈。是这样，就是大概在2019年吧，哈，2019年初，好，就是大概距今一年多前吧，哈。然后在某一个讨论区啊，就是有一个网友，那这网友他蛮多争议的哈，那我就不讲他名字哈。那总之就有一个网友呢，他就开始在跟他讨论啊，说这个计算这个 Fibonacci 数啊，这个 Fibonacci 啊，这个数值呢啊，那他觉得说有一个常数时间复杂度的这个实作啊，而且呢很多人跟他讨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认为说这个 Fibonacci 数可以放在哪里，可以放到月球啊，把圆周率啊跟这种数值呢好，把它放到月球啊，那对，你没听错，就是月球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数值呢可以放到月球啊，然后说需要的时候呢，就是嘛，就从月球可以传递回地球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常数时间啊，因为这个从地球的通讯到月球返回来啊，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到这个常数时间啊。那我们就姑且不论他的那个想法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已经有很多讨论了啊。所以这个过程中我想到一个启发，就是说呢，既然这个 Fibonacci 数啊，或者说一些计算来讲，它其实有一定难度，那我们把这样的东西呢，把它变成一个 Linux 核心的一个模组，我们称为叫做 Linux Kernel Module， 缩写叫 LKM。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专门的 Device Driver， 去专门去计算那个 Fibonacci 数？好，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做 Linux 的设计作业系统设计呢，跟很多作业系统相似，就是它会有所谓的 user mode， 还会有 kernel mode。 好，那我们有 user mode 跟 kernel mode， 那如果说你全部的计算都在 user mode， 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任务可能会被打断，或者说你这个任务呢可能会重新排程。也就是说呢，你在做这个 Fibonacci 的运算，或者在做圆周率运算过程中，你很可能会被打断。那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 Fibonacci 的运算把它搬到这个 Linux Kernel， 注意到我们虽然实作方式是用 LKM Linux Kernel Module， 但它其实就是一旦被安插到 Linux 核心之后呢，它其实是作业系统的一部分，所以也就是说呢，我这个 Fibonacci 的 driver 一旦实作之后呢，我就可以运作在 Kernel Mode。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我在 Kernel Mode 的时候，我可以去控制我的排程，或是说我去降低我这个干扰的因素，那所以呢，我在2019年我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其实这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学员知道这个什么做这个 kernel 的这个开发一个很重要的练习，而且这个 Fibonacci 的这个运算呢，相对是好理解的，我不说它简单哦，它的运算法则很好理解。但是它的这个实作呢，其实要考虑很多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一次的 code review， 我们就带着大家去看啊，这是这个所谓的考量点。好，然后这边呢来讲话呢，洪世道教授呢，他就点评哈，我们来看看他的点评哈。他说呢，就是有很多软体公司呢，很流行考演算法题目。这个潜规则是这样的哈，就是他的不是那么明白的，就是这个洪老师不好意思写，那我就写了。那其实在20年前呢，没有那么多软体公司在考演算法。那你会看到说，那时候考20年前呢，可能考法很多种，比方说也会考这个智力测验，像 Google 就会这样考过，对不对？考
就给你一些出一些智力测验题目。那当然也有说这个针对某些学校，好，就是看看一些文凭什么的，好。但你可以跟他说，不管是考智力测验也好啦，好，或者只看文凭来讲话呢，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不管是在筛选上会有它的难处，而且它可能会造成某一种的这个歧视，好，所以在至少在加州，好，其实你不能直接把智力测验当做筛选人员的唯一标准啊，你可以当做一个考量点，但是你不能只是当做唯一标准啊。所以变成说呢，后来这个公司就开始做一些调整嘛，所以你刚刚说像 LeetCode 这样的东西就出现了哈。好，那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呢，这个演算法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但是往往呢，我们作为这个系统开发，其实我们要想的事情呢是很多元的哈，就是其实呢这样，其实比方说，我们要做这个软硬整合哦。那其实这件事呢，其实在就像这个洪世豪教授讲的，这个是真的很难训练哈。即便是我们这门课，我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的哈，就是如果你看我在成功大学的那个网页哈，那我基本上我的自我介绍就讲说我的第三个是消费性电子产品。那消费性电子产品是因为我直接或间接的有参与的专案，大概是。出货量就是已经破亿了啊，就是这个有上亿台装置呢，里面是有我撰写的软体啊，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但是我认为说这个对这个教学上是会有些帮助哈，就是毕竟我们很多学员哈是以后是可能会做跟消费性电子或是消费性电子背后所需要的这些自动化设计啦、软硬体开发有关，好，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列入专场，但是说真的，这个真的是很难训练的一题啊，不只是教具啊，就是在我刚进成大的前几年是教具是很大的困难啊。那像这个教具陆续被克服了啊，比方说有这种 Raspberry Pi 这样的一个物美价廉硬体啊，所以这个教具本身可能不是太大问题啊，但是在开发上还是有很大的难处啊。那所以你可以刚刚说呢，如果呢一个公司只考虑演算法的话呢，其实这往往是这样，会有一些限制哈。毕竟我们要解决问题是比较广泛的哈。好，那所以我就从这个什么，从这个洪世豪教授的观点，我做一个扩充哈。那比方说我们这次规划这个 Fibonacci Driver 啊，其实我们要想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说 Fibonacci Driver 的它不难理解哈，你可以用很轻易的看到一个递归的定义啊，就是。第一项是一，第二项是一啊，那第三项是什么呢？就是一加一啊，就前两项和。那同理，那个第四项是什么呢？就是一呢再加上刚才的那个三啊，所以加起来四啊。那之后呢？啊，就是把这个就是在，对，一讲出来一下，一第一项是一，第二项是一啊，那第三项是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嘛，好，然后呢，这个再下一项是什么？一加二等于三啊，好。然后呢，再下一项什么？二加三等于五啊。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什么是，就是它原本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递归定义啊。但是如果你不能只满意说原本的这个运算效能，希望有一个更快的一个机制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啊，其实很常会提到我们这个词啊，加速，而且这个加速的方法是怎样？往往要透过这个处理器内建的这个指令啊。那你要好奇的说，哎，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些应急的指令？好。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许多专案其实都在用啊。什么叫许多专案呢？比方说你每天用的手机，你每天用的手机呢，基本上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就是有这个什么，有这个count 的 digit 哈，COZ 或是 pop count 哈，population count 啊，这样的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呢，其实它是很广泛，它不是只有在那个在不是只有在 Intel 啦哈，在 ARM 啊，甚至 MIPS 架构其实都有哈，而且。这样的装置呢，其实它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其实这个硬体的普遍有来讲这个指令，当然，在过去呢，我们要存取这个硬体指令，你可能要写这个组合元哈。那现在我们有很多方式，然后就是比如说 GCC，它会提供一个叫 built-in function 啊，就是说你事实上最后你用的还是处理器所内建这些指令啊，count 零零自由或者 population count 这些指令，但是你可以用 function call 的方式去存取啊。那除了这以外的话，你也可以用一些
inline assembly 好，所以总之就是说呢，你不用真的去写这个组合语言哈，你可以用这个 inline assembly 搭配像这种 intrinsic 啊，intrinsic，intrinsic，就是说呢，这个 intrinsic 呢在做什么事情？就是说，它最后呢也是给你这个，最后也是让你去操作这些组合语言的指令啊，但是呢，你用的时候呢，就像什么？就像用一个 function 一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在 Intel 的一个网页哈，Intel Intrinsic Guide 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哎，这边这是一个 function，对吧？好，那它有什么？有参数，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在你来讲，你只要能够搞懂，好，搞懂这些用法，当然你看它名字就会觉得看起来不是很友善哈，你要了解一些它的命名的规格啦，命名的这个方式，好，那。但是它从头到尾就是可以让你用 function code 的方式去写啊，而且这个用很广啊，在很多编译器都有支援这样的一个 intrinsic 啊。那当然以这门课来讲的话，我们专注的就是在 GCC 啊。那除了我们讲 GCC 的时候呢，我们偶尔会讲一些搭配那个 LLVM 啊，或者搭配 clean 啊。那 clean 啊，clean 是这个字要念 clean 啊，CLAN 啊 clean 啊。那 clean 跟可能是 LLVM 整个大计划的这个一部分啊，那它是支援了这个 C 语言 C++ 啊，跟 Objective C 啊，那我们会对照用 Clang 跟GCC，那这个也是在业界用哈。好，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呢，你要考虑到这些硬体的特性，好，所以你需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就去想啊，我要怎么去提出一些加速机制？好，当然你不是一直看着这个指令它就会变快了，好，你要去。推导会去思考，好，所以你可以过程中你就是要了解理论嘛，对不对？好，你至少你要去读一些论文，然后看得懂人家的这个论文在做什么事，好，所以虽然你可能没办法做到原创，但是这样，但是至少哎，你可以了解啊有什么手段，那这些手段呢，我要怎么去落实？好，但是就刚刚提到的哈，理论跟实务，好，其实这两边地方其实考进去。那除了这以外呢，哈，就是分析程式的执行时间呢，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一个议题啊。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装置哈，包含说你现在用的这个个人电脑、手机啊，哈，或者是平板电脑，甚至包含电视啊，基本上有很多装置呢都是所谓的 SMP 啊。当然，除了 SMP 也可能有 ANP 哈。那 SMP 跟 ANP 呢的解释呢是怎么看呢？哈，就是我们在这个 Linux 作为系统术语及概念哈，这一章没有介绍到。那 SMP 呢，其实就是讲这个对称多处理器啊。那另外一个东西是 AMP 啊，它叫做非对称多处理器啊。那不管是对称多处理器，或者是非对称多处理器，其实呢过程中要思考的议题是蛮复杂的啊。就是你的程式没有特别写的时候，就是尤其是 C 语言的程式啊，你没有特别写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概念上呢是执行在其中某一个处理器上，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作业系统呢，不会傻傻的只把这个程式固定在某一个 CPU 上面，它可能会做这个 task migration，也就是说，这个任务跟任务之间呢，有可能这样会搬动。对，你没有听错，那个任务会搬动的啊。好，那除了这以外呢，还有更尴尬的状况是什么呢？你的程式呢，它很可能不会固定在某一个处理器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你会有中断处理啊。那我们就注意到，我们这边讲的中断是讲什么？是讲 interrupts 啊，就是这个词啊，其实不管是中文跟英文哈，interrupt 这个词呢，其实都是很通用的词哈。但是我们在这边来讲是讲特别的电脑词哈，所以基本上中断呢会有两种中断，一个是叫做硬体中断，一个叫软体中断。我们来现在讲软体中断，软体中断非常少，基本上只有一种状况啊，就是什么状况呢？就是拿来实做系统呼叫。好，所以呢。像实作系统呼叫的这样的一个软体中断呢，啊，那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可以由软体设计者、软体使用者去规划的。好，也就是说，假设现在是八点，那你要在8:05去触发这个软体中断啊，就是什么，就是呼叫系统呼叫这样的方式啊。那其实呢，你可以在8:05的时候去执行。好，这就是跟什么？跟你预期的时间是相似的啊，就是你什么时候执行，它就什么时候触发。好，那这个是由软体开发者、软体使用或者是程式的这个使用者所他可以决定的。好，这个叫软体中断。
那另外一个不是由这个软体使用者或是软体开发者所自己可以决定的时间啊，触发的时间的，那我们称为叫硬体中断。好，什么样的东西叫硬体中断？比方说计时器，对不对？就是计时器，就比方说你现在是8点、9点、10点啊，反正你会有个时间间隔。好，那每一个时间间隔，它会怎么？它可能会有对应的，我们称为叫做 timer interrupt。好，那在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呢，我们也有个专门一个讲座专门讲 timer，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断的处理礼仪。好，然后呢，注意到啊，所以这样的中断处理呢，它的触发时间点其实不是软体开发者可以决定的啊，这是硬体行为啊。那除了这以外，还有很多啦，比方说这个你的手机它会有 battery low 啊，就是就是电量不足的这种状况。好，那其实这也是什么硬体所触发的。好，那这件事呢，注意到哈，一旦呢发生这个中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处理器的特权模式会改变。所以本来你可能在 user mode 啊，那我这个东西，我这个 user mode 执行到一半呢，我就会停下来。然后怎样，我就会切换这个特权模式，切换到interrupt 模式。好，那 interrupt 模式呢，就会有对应的这个 handler。好，对应 handler 做完之后呢，才会返回到原本程式。所以意味着什么？一旦中断触发的时候呢，你时间比较长。好，除非他特别用一些机制，好，比方去查验他自己的这个时间，才会知道说有没有中断的触发。好，然后呢，再来是一个东西叫 persistent affinity。啊，这个我写错字了哈，是字。这个打错字啊 ，affinity 是那个 I 啊，不是 A。好，这个 persistent affinity 哈，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情呢？哈，就是我们来看看一个示意图。好，比方说来看这个啊，所以注意到哈，就是说这个事实上哈，我们所谓的这个电脑哈，其实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哈，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中有可以看到 CPU 编号0123啊，你会看到这样编号0123对吧？好，然后呢，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实际上呢，这个你可以看到上面不是很多数字嘛哈，什么123，就反正有123456啊。好，那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你一个任务哈，一个任务执行的时候呢，它比方说个编号一好了哈，它可能会在什么？会在编号0的 CPU、编号1的 CPU、编号2的 CPU、编号3的 CPU 上面执行。好，同理2也可能有这个状况。那但是呢，你可能会做一些限制，比方说你想要让5好了， 5这个处理5这个任务啊，这个5这个任务呢，它就怎样？它就对应到这个 CPU 1啊，也就是说呢， 5这个任务原本呢，它可能在4个核心会怎样会执行啊？这完全取决什么 schedule 啊，所谓的排程器怎么去做啊？但是呢，我可以要求排程器说，哎，五这个任务呢，我就跟尽可能讲，就让它在 CPU 1上面执行。好，那我们今天讲的任务呢，不只是讲 process。好，那像中断处理，我们中断处理也可以要求，这个中断啊，它可能固定在某一个核上面执行。好，比方说呢，在这个在像那个工业控制的领域，好，那我们就会希望什么事情呢？假设我今天有四个核，好。那这个四个核呢，我就想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哎，我让中断都在某一个 CPU 发生啊，就是说，可能一般的中断啊，比方说像 timer 啦，啊，或者说像这种磁碟哈 DMA 这样的相关的这些操作哈，就是说，这个跟我们最关键任务比较没有直接相关的，好，让它执行在某一个 CPU 上。好，那比方说第三个编号3的这个 CPU 呢？它可能执行一些重要的这些工艺控制，好，所以熟悉工业控制的朋友可能知道有东西叫 PLC 啊，就是 PLC 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在工业应用是很常见的哈，就是说你要去比方说控制调温器啊，或者控制机械手臂，你可能需要什么？你需要去撰写啊，就是撰写它一些必要的一种 instruction， 对，你没有听错，就是 instruction 啊。它本身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 CPU 啊，或者是虚拟的机器。那所以呢，你去定一些 instruction， 这个 instruction 去控制啊，像这种电冰箱啦啊，或是这种温度调节器啦，或机械手臂啦，好，这些东西呢。好，那所以呢，这边执行必须要非常精准啊。你想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叫涂胶机啊，涂胶机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来找一下涂胶机涂。涂呢，就是这个涂啦哈，胶，不是涂鸦哈，涂胶，胶，哎对，哎刚好有了，一打就出现了涂胶机。好，那所以比方说这个涂胶机是什么东西呢？哈，我们来看一下，涂胶机呢，就像
啊，像这个啊，所以你就看到这边呢，显然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机械装置，对不对？啊，那机械装置它可能觉得会左右移动啊，那甚至还有上下移动啊，所以左右跟上下。好，那所以呢，你就想象说，这上面可能是像什么？是像口罩这种东西。好，那你看哦，口罩，好，你看一下口罩，对不对？好，你有没有想过口罩呢？这个粘合处啊，这个粘合处呢，其实它是有学问的，对不对？你看这边有个布料啊，这个布料跟这个布料其实是怎样？两块不同的布，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个粘合处，对不对？好，这个粘合处呢，肯定是什么？需要一些胶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就会需要这种涂胶机。好，你说这个学问在哪里？这涂胶机呢，它涂胶跟离开啊，你看到它可以往下涂胶啊，然后呢再拉上来，好，这个时间呢必须控制很精准，太久的话会遇到什么？会胶太多，对不对？就是涂的那个胶太多了啊。那如果呢太快拉上来，然后发现这样胶不够，所以粘合这样会不够啊。所以你看，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涂胶机呢，它本身它的时间控制必须要做到非常精准啊。然后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以前那种涂胶机都是价格可能比较低的，好，但是呢，现在来讲话呢，也开始有一些医疗设备，好，其实有什么，就是医疗的一些设备，好，就是类似涂胶机的装置，然后呢，开始用什么，开始用 Linux， 好，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好，你不难查，你就找西门子，好，就没错，就是那个西门子，好，找西门子跟 Linux， 好，那你看到西门子已经有一些装置，好，开始用 Linux， 好，那在这个 Linux 里面呢，它其实就有注意到这个 Affinity 啊，这个议题。好，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就是说呢，你为了要让执行时间是可以符合预期的，好，所以你光是分析或者我们更精准的话叫做测量，程式执行它就有很大的学问啊。然后你以为这样的解说没有？还有一个东西很难，叫 Memory Model 啊。那当然，显然呢，我们在这一次呢不可能讲那么多，所以我其实设计这个作业是让大家理解到就是整个问题的困难度。你做了实验就会发现说，诶，奇怪，我怎么测量就量不出那种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就是诶，怎么量不出线性的关系，或者量出那种像这种曲线的关系，量不出来，你总是看到东西动来动去。好，然后呢，接着你可以看画面中可以看到什么，这怎么讲 Memory Model。 这个 Memory Model 呢，简单说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导致一个很有趣的状况。你考虑一件事啊，其实我们多半的时候，像我回到这个图灵机啊，就是 Alan Turing。Alan Turing 的话，他在这个1930年代，他就开始规划抽象的机器长什么样啊。所以你会看到图灵机，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磁带。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磁带读取东西出来，你也可以从磁带呢，你可以写资料写到磁带上。好，所以注意到，在1930年代。图灵机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理想的硬体，好，那但是呢，在现代硬体来讲呢，往往不是这么一回事。现代硬体上呢，会做一些很特别的机制，好，这些特别机制来讲的话呢，它不见得是硬体导致的，有可能是来自这个软体本身，好，所以软体本身来讲的话呢，比方说编译器会做最佳化，所以导致什么呢？就是说，假设呢，你有个程式很简单，就是我就是把一指派到 X。那下一行是把2指派到 X， 然后是再下一行是3指派到 X， 好，所以你看到第一行是1指派到 X， 第二行是2指派到 X， 第三行是3指派到 X， 那这时候呢，编译器就开始想，哎，我这个这些 assignment 啊，这个指派，好，注意到不要念等于哈，写的时候写等于哈，但是它其实它的你要讲的是 assign， 好，就是它在做这个东西叫 assignment， 那做 assign 的时候呢？既然做了三次assign，我是不是需要做三次的这个指令呢？其实编辑会去想，也许是不用啊，就是我们只要留下最后一行就好。也就是说呢 ，X 它一开始初始值不管是0、1、2、3，不管是多少啊，反正呢，这个编辑最终产生的程式码就是把3指派到 X， 所以呢，它其实对应东西就是一个什么？一个 data move 的 instruction， 对不对？好，那可是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一个中断，好，或者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呢，你这个任务本身它被拖延了。好，那这个 X 刚好被什么？刚好被其他的程式所需要。好，所以你看到这件事啊，原本呢是会有什么？是会有一指派到 X， 再来是2指派到 X， 3指派到 X。好，那结果呢，编译器呢，它就是直接把什么3指派到 X， 好，当做什么最终的版本。好，
那刚好这个 X 呢又跟其他任务分享啊，或者说其他的执行区所分享。好，那这时候就导致一个状况，就是说原本呢这个程式我们预期是会有这个123这个不同的指派，好，那最后变成3。好，可是编译器呢就直接帮你做了最佳化，好，所以导致从到尾你只能读到3。好，甚至呢你还没有读执行到这个3指派到 X 这件事的时候呢，程式就停下来，对不对？好，所以你去读那个 X， 那个 X 可能会得到一个什么还没初始化的一个值，好，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它可能会 导致不同那个状况，好，这是一种。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不只是编译器，好，包含说这个硬体，硬体还会有一些这个比方说 weak memory order。所以就是说呢，简单说，它有一个东西叫 memory order 啊。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就算编译器产生出来的指令是符合预期的啊，但是在现代的处理器来讲的话，比方说会有具备一个能力叫做 out order execution 啊。那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线上讲座叫做现代处理器啊，就专门讲这些议题啊。所以简单说呢，现代处理器的话，因为有考虑到 out order execution。以及说cache 啊，还有 main bank 这些议题啊，会导致说你所做的这些 load store 这些操作呢，可能不会符合预期的执行。好，这点知道，因为呢，我们这个硬体上呢，往往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哈，就是我们都知道 CPU 发展很快啊，机体虽然也在发展，但是机体发展的速度呢，其实没有 CPU 快，所以往往呢，很多时候呢，一个 CPU 会做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不用每次的这个 load 跟 store 都真的发生。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发生，因为机体慢，所以呢，我不要让慢的去拖这个快的处理器的后腿。好，所以这想法就是什么？虽然我做很多 load store， 但是我不会立刻发生。好，那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最佳化手段。这个手段呢，是证实有效的，因为我快的 CPU 不会被慢的这个 memory 所绑住。可是呢，这会导致什么？这会导致你就算做了 load 跟 store， 它会导致什么？会资料的不一致啊，所以你为了要达到资料一致呢，你需要一个东西叫 memory battery 啊。那我们之后在这个 Linux 核心师讲座呢，也会来探讨啊这个 memory battery 啊。那所以这个 memory battery 你大概隐约可以知道，这件事一定跟两个东西有关，一个叫什么？一个叫编译器，对不对？另外一个叫什么？处理器的指令啊。所以其实这两个层面都需要，一个是在编译器层面去确保我所做的那些动作不会被这个编译器最佳化所打乱，好，所以那个指令的打乱，好，那编译器呢，除了刚才这个忽略特定的指令以外呢，它甚至会把一些顺序打乱啊，以做到一些最佳化。那你对如果对这件事好奇的话呢，你可以去查，好，比方说你可以找 compiler optimization， 然后再找 instruction scheduling。注意到呢，就是我们在大学啊，大学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学校哈，这种学校越来越少哈，就是教编译器的课的学校越来越少哈。像台清教成啊，大概只剩下成大是必修的，其他都选修，甚至像台大就直接停开了哈。台大的有些规划哈。那总之呢，就是说，我们在大学学编译器这门课呢哈，如果说你学完之后会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还是会有帮助啦，大概有1%的帮助哈，就是说你还可以了解编译器一个基本概念，但是那个当帮助在1%，那剩下99%呢是实务上问题，所以这其实也不是学校能够教的啊。那这个实务上的问题有一个东西就是 instruction scheduling 啊，所以事实上呢，在这个指令的执行来讲的话呢，我们会考虑到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指令呢永远是照着特定顺序去执行，就是说依据程式开发者所期待的那些顺序啊，那你可能就会遇到什么？会遇到这个pipeline store。Pipeline store 好，那这个 store 的意思就是那个吧，就是会停顿啊，就是说你会导致一些这个 bubble 啊，就是说，你明明可以做事，但是它其实怎样，其实就是做不了事啊。那请你去参考这个计算机结构啊，计算机这种计算机组织、计算机结构这种书籍啊，他就跟你讲说这个 pipeline store 啊。那如果你可以把指令的顺序调整啊，注意到啊，这是编译器在做的事情啊，编译器的这个在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这个 instruct， 就是避免这个 pipeline store， 那从而呢，你可以去提升 IOP instruction level parallelism。好，所以注意到这件事，因为你可以提升 IOP， 好，所以这样的
这个编辑器呢，这个最小化呢是有做的必要啊。那当然，我们在大学的这个编辑器课程往往是没办法教你啊，因为这东西也不是很难啊，就它太多了，好要考虑的议题是很多的啊。因为呢，我把这个指令重排的，所以呢，它的整个语义呢会怎样，会可能会不同啊。所以注意到呢，这个，所以你会需要像 memory barrier 这样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什么，就是呢，你看啊。分析执行程式事件，所以呢，你会遇到很尴尬的状况，就是说你的程式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子，就是在60代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特别是 Pascal 的那个这个程式语言，那其实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就是说呢，就是资料结构加演算法等于程式，就是1960代很提倡这个思维，但是你今天来讲的话呢，这个思维本质上它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在实务上呢会遇到很尴尬的状况，就是因为就像刚才讲的，你根本不知道编译器编出来什么东西，就算编译器执行的每一道指令，你都看得到，你都看懂，那不代表 CPU 就只会照着这样，你一起上去执行，它会有这个 memory ordering 啊，memory model 啊这种问题存在，而且之前说还考虑到 processor affinity 这种，或者考虑到之前之后就被打断，所以呢，这一次的作业特别重要的地方是什么？让学员发现很多跟你想象中不同，我们等一下回顾同学作业的时候，你就可以深入感受到这件事。那当然你就会很挫折的，然后讲哇，这个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好，恭喜你，如果你感到挫折的话，你可能就这样，你可能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路程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向前迈进的，毕竟。如果你从来只看那些概念说明，只看那些恐龙书，你会觉得哦，作业就是这么一回事。好，但是这样，但是你如果今天看到这些挫折，你就会开始去反思，是不是还有东西不足的？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引用那个波尔，就是这个近代物理，波尔呢，他就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看那些近代物理，你没有觉得头晕目眩，那表示你还没看到。近代物理本身，好，这听起来像废话，但是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看那恐龙书啊，你会看到，它里面很多概念啊，比方说这个什么 user level thread 啊 ，ULT 啊 ，kernel level thread 啊 ，KLT 啊，所以他一直讲ULT 怎样啦 ，KLT 怎样啦，然后这个 Solaris 怎样啊 ，Linux 怎样啦 ，Windows 怎样啊，就是这样，那就画个图啊，就是那个什么执行序就画很多线。真的是这样吗？那你想，这个什么？你可以说 show me the code， 就是说，叫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就是写信的嘛，写信给这个恐龙书的作者说 show me the code 就是说，你除了画图以外，你这些描述是不是真的跟程式码的行为对得上啊？这件事我就做过啊，而且还有回信啊，超酷的啊！反正就是他给我解释了半天，就是说他的这个书啊定位是怎样啊，所以你讲的意见很好，但是我们不会去考虑啊，那但是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在这个概念上去琢磨老半天啊。对我来讲，我只觉得只有一种人，他需要对概念呢，就是概念的阐述需要非常清楚啊。只有一种人，那叫做那个书籍的撰写者啊，就是教科书的撰写者。但是绝大多数人，他不是只是看着重在这个概念本身，因为他是要用在什么？用在理解一个事物上啊。更多的时候是像你我这样，就是说我们真的去看。Linux 怎么回事？好，那怎么去运用 Linux？ 好，这也是我们在 Linux 核心的设计讲座的一个关键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 FIBDRV 哈，这个 Fibonacci Driver 呢是什么呢？它是一个Linux 上一个东西叫我们称为叫 Character Device 啊 Driver 啊。那Character Device Driver 呢是就是在 Linux 大概主要可以分三种啊，三种装置，一个叫 Character Device 啊，那另外一个东西叫 Block Device。那第三个叫 Network Device， 好 ，Network Device 比较好懂，就是跟网络有关的叫 Network Device。那 Block Device 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像硬碟啦、SSD 啊这种大量，就是它就是属于那种一次呢，它不是只是存取一个资源啊这种啊，它是一次就是一整块啊，就是这种硬体的特性啊，像 SSD 啊，或者包含像这个手机啊，手机里面呢，它会有一个东西叫 Flash Memory 啊，它其实呢不适合一次只。读取一个 byte 啊，甚至它没办法让你一次读取一个 byte， 它一次存取东西就是好多个单位，比方说512个单位啊，512 byte 单个单位啊，
那个称为叫 block device。 好，那我们在这学期的课程呢，我们两个都会探讨，一个叫 critical device， 一个叫 block device。 好，那我们在这学期课呢，我们还会开发一个档案系统，好，让学生去体会啊，怎么去从无到有去开发一个档案系统，你觉得很嗨啊，对不对？好，终于有那种当电脑的主人的感觉。好，不过我们要先回到最简单的 device driver。 好，那 critical device driver 呢，是最基本的一个device driver 的一个模式。好，那我们过程中会接触到这个 virtual file system， 所谓叫 VFS。 好，那我们也会在探讨上怎么去扩充。好，那你在阅读这个程式码的时候呢，你就会更清楚说为什么你会需要了解那个 C 语言。好，比方说我们来给大家看个例子吧。好，比方说里面有个例子好，比方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它有一个东西叫 FIBDRB， 好，这显然就是什么 Fibonacci Driver。 好，然后我给大家看的说，你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到这个什么C 元的规格的部分。好，比方说呢，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个东西叫什么，叫做 FIBFOPS， 叫什么 File Operation， 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看到这前面有个点？好，虽然你可以从这个名字都可以猜出来，对不对？就是什么，这显然有做绿的嘛。好，那这个就 write， 对 ，open， 好，那 release 啊，跟 ll seek， 好，那但是问题啊，这个点到底点什么东西呢？好，所以你就需要了解这个C源规格啦。好，比方说你要去找什么，这叫什么？这个叫做 designated initializer， 好 ，designated initializer。所以这个就是在C源呢，其实就具有规范这个东西。好，那简单说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比方说我去宣告一个结构，好像这样一个结构体的时候，好，不止结构体啦，好，包括说这个阵列都可以。好，就是像这个以前呢，如果你要宣告这个，你要初始化这个什么这个 integer array 的时候呢，你很麻烦嘛，就是比方说你要初始化，你就要很清楚说，哎，比方说你要这边有设定个15跟29。啊，你就是要算它顺序啊，就是算好它的顺序啊。但是呢，你可以直接这样写啊，就是去讲啊，说什么这个是零、一、二、三、四啊，所以它是从零开始第四个啊。那同理呢，这个十五在哪里呢？是零、一、二第二项啊，所以你可以这样写啊。那所以呢，就可以这样一个指定一个这样的机制啊。那除了这以外呢，在这个那些 member 啊。Member function 呢特别好用，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啊，你可以这样用，就是你可以去初始化这样的一个什么 member data。 好，所以你注意到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用到什么不是技巧啊，这是一个机制啊，这个机制叫做 designate initializer。 好，那这个东西呢是这个什么呢？这个东西是在这个C99 啊 ，C99 有特别去规范的啊，就是 designate initializer。 所以你可以看出你为什么要了解 C 语言规格啊？因为多数人都可以做到一件事，多数人都可以做到一样化幅度。好，什么叫一样化幅度？哎，你懂了，一样化幅度就是反正我去找看，哎，我就改改看啊，比方说把你要的function把换掉，对不对？比方说这个，对不对？好，你要function在这里，就把它换掉啊。你说，哎，这个我就试试看啊。然后你可能用 print k 啊，把结果引出来，然后就去哎。啊，这样只是一回事啊！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以前，都是这样做啊。但是呢，你能不能去说明它的那个它的运作机制呢？这是什么？这才是学问啊！所以费曼呢说过一句话，费曼说呢，如果你不能解释一个科学原理啊，解释一个概念给别人听啊，这往往表示什么？你可能不是很懂啊，就是你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可能解释不出来啊，在做什么。好，那所以回来这边来讲话呢，我们再次发现什么？再次发现呢，哎，其实这样，我们不只是去开发一个 device driver 哈，事实上我们已经帮他写好一个 device driver 的一个框架啊，你要在这样框架上去什么去扩充啊，所以过程中呢，你就会了解这个 VFS 啊。你说 VFS 在哪 ？VFS 就在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整个是在 VFS 的一部分啊。这怎么看呢？比方说你看这边来讲啊。就是呢，我在这个装置啊，这个 CDV 呢 ，C 表示什么 ？Critical device 啊，所以我就是在这个装置的这个初始化啊，我就指派一个什么？指派了一个界面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好，我们回来继续探讨。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像这个
Quick Device 在初始化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对应的啊，这个 File Operation， 其实这本身就是对应到Virtual File System。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程式码，好，它很短，但是你要知道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作用，而不是只是一样化葫芦啦，或是邯郸学步。好，其实我想这个特别是台湾的工程师啊，在往往无可避免的就会做邯郸学步啦。像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因为我们的实际时间呢是开发时间都很短了哈，就是你知道这个问题嘛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十年前那时候跟一些国外的朋友，就我大概十几年前我开始要跟国外的朋友啦，或者国外的开发者合作哈。那有时候要介绍自己啊，然后我那时候就介绍自己说，我开发过手机、数位电视、导航装置，然后 ThinkLine 啊，然后电脑教室的那些怎么管理系统啊，就是我就是就很无聊，你知道那个东就是台湾人介绍英语介绍的时候都很尴尬，不知道介绍什么鬼，就是要讲公司、讲产品，对不对？好，就讲自己 title 哈，因为你好像没有个名片，你好像没有一个什么好像没有一个什么。什么工业啊，那些什么丰功伟业，你好像就不是一个人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平常没什么娱乐嘛，对不对？好，就是所以介绍的时候只能讲这个。你知道那些外国朋友听到就吓傻，说你怎么做过那么多产品？我说这个不是我厉害的吗？这个是什么？这是老板厉害啊，对不对？好，因为老板不会让你闲着嘛，对不对？你做手机做一做，好，可能出货了，他就回去空档，对不对？叫你去做别的，对不对？叫你做电视啊，或者你做个电视做到一半，哎，看到你有空档，哎，顺便去做一下网管，对不对？好，诸如此类，就台湾老板不让闲下来嘛，一个月付给你可能7万8万，就是干嘛？就是要给你做很多事啊。那如果说一个月付给你15万，对不起，好，那就要当三个来用，好嘞，就是这种思维啊。那但是呢，过这个。好处是你很有弹性，但缺点就是你很可能没有办法追究到一些什么细节。好，所以我后来就跟老板谈判，他们谈判什么事情，就是说，可不可以我工作半年休息一个月？也就是说，我把我的假一口气在半年啊，就是我先累积半年假，一口气在一个月把它放完啊。那个月我还是有薪假啊，但是就是说我不会跟公司要什么加班费什么，不要，我只要补休啊，我就把补休全部排在。同一个月啊，那后来我们公司的会计啊，跟那个人事讨论下来，就跟做一次好，所以如果说你有看过我以前的一些演讲记录哈，你会发现，哎，奇怪，我怎么看起来很闲啊？怎么三不五时演讲啊？不是，不是三不五时演讲哈，我还是白天很多事要做的哈，我晚上很多事要做的哈，我甚至有段时间就睡在办公室，只是我刚好有一个月好，可以再从台湾北中南东去演讲，因为我那时候在放假，好，有薪假，好，所以我那时候是这样一个调试，那这样的调试给我蛮多的一个。学习空间就让我可以静下来去心想哈，因为平常都没有办法步调很快啊。好，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说呢，像这个程式码里面呢，会有个什么 copy user 啊 ，copy user 这样的一个操作啊。那当然，在我们原本的程式码是没有 copy to user 啊，但是我们在作业的要求是有写啊 ，copy to user 啊。那就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啊，这个 copy to user 这样的一个核心 API 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它其实有好多系列啊，有 copy from user、copy to user， 图片，我什么图片？这个我说句很讨厌的，是，哎，这个没图片哎，太神奇了。影片啊，这是放在这边，就是逼你要多在 Kernel 待 Google 这待久一点啊。好，所以比方说呢，你看到这个画面中这张图啊，右上角这张图，它其实就是讲什么呢？左边呢是 Kernel Mode， 红线左边是 Kernel Mode， 右边呢是 User Mode 啊。那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往往呢会有这样的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说呢，我希望把这个 Kernel 的资料 copy 到 User 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copy to user 的需求？我们讲一个简单事情，因为右边这个空间，这个右边我们称为什么？就是 address space， 缩写叫 AS， 就是在 user 的这个 AS 跟 kernel 的 AS， 其实这两个 address space 其实是这样，就是相互隔开的。那在特定的硬体上呢，它甚至有像 ARM 的处理器上呢，它有专门的这个暂存器可以让你去设定，去设定说哪一 address space 的哪一段
好，是完完全由使用者去控制的。那另外一段呢，是在 kernel space 是由这个什么特定的权利去控制的。好，所以这两段呢，其实这样其实是相互独立的。好，所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相互独立的东西呢，我其实就需要创造个副本。好，所以你会有三个画面中看到这种 kernel 的 API 叫 copy to user。啊，注意到我们讲 kernel API，也就是什么？那 kernel API 就像这个 CDV init 这样的，哦，它也是一个 kernel API。那这样 kernel API 呢，其实你不应该去舍近求远哈，哦。这样东西在哪里就可以看得到呢？比方说这个 documentation 啊，哦，那如果是去找这个 documentation 里面呢，哦，基本上它都是副档名都是 txt 的，哦，像这样的东西呢，有几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其实这 kernel 的文件是蛮多的哈，哦。如果可以的话呢，哦，就是你尽可能去看啊，哦，kernel 的，哦，不要急着用 Google 搜寻啊，哦。Google 搜寻的帮助应该是让你找到啊，哦，就是让你找到是哪一份 documentation 啊，哦。但是你不应该去看一些太多的第二手资料哈，哦。第二手资料你可以读得比较快，因为毕竟很多是用中文写的，或者用比较浅显的话去写哈，哦。但是最终你还是要读第一手资料。好，哦，然后呢，再继续看呢什么，就是说，除了这个资料的分享以外，其实我们要去探讨它对应的这个时间空间成本，其实它不是没成本的，其实这个成本是存在的，特别是叫 Fibonacci Driver， Fibonacci Driver 好玩的地方是因为它一开始的运算量很低很低很低，所以你会遇到一开始的真的成本是把资料从 kernel 传递到 user 去，是一开始成本。那但是呢，随着这个运算的就是 Fibonacci 运算的越来越复杂的话呢，这个什么，这个 copy to user 这个成本呢，啊，它相对来讲就变小，啊，那所以但是你还是需要量化，因为你不能量化的话，你不晓得说你真的时间花在哪里，啊，在这以外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Fibonacci 的这个运算呢，其实它很快，啊，就是你比方说第3000项、3万项，啊，其实这些数值呢，就是它增长得很快，啊，虽然一开始很小嘛，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啊，那二加3.5，一开始看你的数字很小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 Fibonacci 呢到93项的时候，就 n 等于93代入这个 Fibonacci 运算的时候呢，这个93代入之后呢，你得到这个数值呢，它就大于64位元无号整数的这个上限啊，所以你事实上你需要一个什么？你需要一个，任意精准度的这个运算啊，哦，那甚至这个词也叫做大数运算啊，哦。然后呢，注意到一件事呢，大数运算来讲的话呢，你可以很直觉的用一个时间位的去表示，就是，运算啊，哦，但是其实你会丧失一些加速机会，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个 counting zero 跟 pop count 啊，哦，所以你势必呢要去想哈，哦，就是说，哎，我要怎么用全部用二进位的方式去实作，而且实作的时候还要考虑到那个什么这个二进位运算啊，哦，该怎么做啊，哦？好，然后呢？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当我这个 Fibonacci 的这个计算的大一个地步以后呢，哦，比方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哦，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个，比方说我这边有一个程式，哦，我这个程式呢就是比方说我们刚才讲92，哦，那92呢是这么大的数，对吧，哦，然后呢你们好奇就3000是什么，300是这个，哦，300这个，那3000呢，3万呢？哇，你会看到3万就看到什么？哇，这么多了！好，再给你看一下啊，就是如果它是3万的话，好，它其实就是这么多位数。好，那问题来，如果你要把这样的结果，你看到从这边到这里，对不对？好，这好长嘛，我们看数一下这几个字元啊，要不起解析，它就这个6282。好，那就是对，对于那个计算结构稍微熟悉的朋友知道，啊，我们会有个 paging，啊，就是所谓的分页机制。那分页机制呢，一般来说呢，注意到分页机制呢，其他的这个分页大小 page size 它其实是可以调的，啊，像那个 ARM 处理器可以给你好多组态，啊，你可以调 1K 啦、4K 啦，甚至 16K，啊，那可是呢，一般来说我们会调 4K，啊，那这个是考虑到一些相容性，还有做一些取舍。那你可以看到说呢，我一个 page 呢是 4KB， 那这个6282显然这样是超过啊，哦，超过一 page 的啊，哦，你需要两个 page 才能传递啊，哦。那如果说呢，今天不是3万，是30万的话呢，你
你需要多少资源呢？哇，你看这个增长很快，对不对？你需要6万多个资源。那如果是300万的话呢？欣赏一下，哦，300万就要花点时间的哈，趁机可以喝水。注意到那个这个实作呢，它的执行时间是线性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呢，这边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增长就非常快哈，所以这边就是62万，好，62万多个什么多个 bytes，好，才能够怎样，才能够传递。好，这时候呢，注意到哈，因为我们传递的这个其实就需要很多个 page，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注意到这个，在这个关，当你这个载体10万项之后呢，记忆体啊，就是一个影响效能的关键啊。然后呢，所以你看到，哦，我们一开始呢，Fibonacci 运算小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成本啊，会是在像 copy to use 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啊。但是呢，随着这个什么，随着这个像素增加之后哈，像这样哈，像这样整个像素增加之后呢，那你会发现什么？会发现说，这个其实呢，在机体啊，这个冲击会更大啊。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呢，我们设计一个作业啊，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跟他讲我们设计的原理啊，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这过程中是有一些规划的啊。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哈，那这边来讲的话，就可以去观摩啊，观摩这个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些必要的考量。那我们来看一些实物的议题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大数运算，对不对？好，这显然呢，就像刚才提到哈，就说像这么多位数嘛，对不对？哈，这个这么结果这么量这么大，好，所以我们不可能啊，我们不可能这样，我们不可能直接用这个基础的形态，也就是说32元的整数五号整数啦，64元五号整数，只用这样去储存，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会用到一个东西叫大数运算。Big num，对不对？好，那 big number，好，然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 big number 在跟密码学有关东西是很常见的。好，那有个东西叫 WPA subrequent，好，就像这个 WPA subrequent 呢，到处都有。好，比方说你的 Android 手机，好，每一只 Android 手机里面都有 WPA subrequent，好，然后呢，如果你是从业工程师，好，多多少少都会改到这个。好，你要改设定档啦，好，你要改一些还是要改到程式码啊，就是。光改扣不够啊？就是比方说，在 Android 里面呢，也有改到 WPA subcat 啊。他说可以去搜一下啊，WPA subcat AOSP 啊。那你就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修改啊。那这个是在这个Ice Green 啊，Ice Green Sandwich 比较早期的版本啊。那反正你可以在这个这个什么，就是在你可以看到蛮多这方面的讨论哈。那有很多是在 Android 的部分哈，因为很多人用啊，就会很多人用得到，然后就会很多讨论哈。那像 WPS Subcon 呢，里面呢，它会有一个 TOS 哈。那 WPS Subcon 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会需要啊，在无线传输的这个两端啊，那我们会中间会做加密啊。那这加密呢，其实用到 TOS。那 TOS 你也知道，背后呢，它就涉及到大的数值运算，好，从我们像密码学会学到像 RSA 啦，好，或者是一系列这些数值运算，好，它其实都是在一些数论基础上。那在数论基础上呢，就会需要去找一些大的质数，好，或者是大的一些modular operation，好，就是那种模，好，就是 modular 的一些运算。那当然你会用到一些基本的一些机制的啊，比方说费马小定理啊，好，这样的一个机制啊，那总之呢，这里面呢就会用到这个 big number 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应的 source code。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一开始呢，它就用到什么呢？这边就用到，它就用到一个 library 啊，就是比方说 libtonmath 啊，tonmath。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这边都是 big number 啊。然后注意到，因为它用到这个libtonmath 啊，所以它的大数运算呢。不用做那么多哈，它只是把它包装一个界面哈，所以真正做运算的地方是这个libtonmath 做的哈。然后这个东西呢，它会包含在这个它会包含在这个 WPA subcon 里面啊。那另外一个东西值得一提叫 host AP 啊，就是说 WPA subcon 其实是 host APD 的一部分。那 host APD 是什么呢？哈，就是它就是照它名字就说呢，事实上你可以把 Linux 你的电脑啊当做一个 wireless access point 来使用。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你会去买啊、哦，会去买一个装置嘛，对，买一个那种网络装置。但是呢，实际上呢，你只要你的网卡啊、能够配合的话呢，啊、那你就可以做执行这样的、host AP 啊，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电脑啊，就对，不要怀疑，就是你电脑当做什么，然后当做这个无线基地台来用啊。那听起来很神奇，但是一点都不神奇啊！你想看那一台你买那个 Wireless Access Point 啊 ，Wireless AP， 它其实就是一个运算能力比较弱的一个装置啊。一般来说，它的运算能力大概是400MHz 啊，然后到会有高一点，有会有那种 switch 高一好一点的，它可能到 1.2GHz 啊。但是一般来说，运算能力比较弱啊。但你的电脑随便都比那样的装置强多了，对吧？啊，那事实上呢，你只要能够去执行 host AP 啊，那你的电脑也可以转身变成一个wireless access point 啊。那这个专 host APD 就在做这件事啊。那里面呢也用到这个什么？大数运算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好，然后我们这边就做一些这个作业的一些观摩啊，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吧，好，好，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东吴的，就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个讨论区哈，其实也是希望哈，我们跟这个学员们哈有个互动哈，就是说那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像我就会去 at 啊，其实就提到某人哈，那然后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互动哈，那最终是学员之间可以相互认识哈，那你可不可以觉得不好意思啊？但是你要想一件事哦，你今天是同学，好，你今天是大家在一个学习环境认识啊，这是你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认识的话，你以后可能会在什么场合认识？有可能在面试场合认识啊，而且这面试场合认识不是他跟你应征同一份工作啊，可能他会当你的主管，对不对啊？就在当着主管来面试你，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就会一些很尴尬的对话，就说：“哎呦，你也上过黄老师的课啊？哎，对，我也上过啊。然后既然你上过，我们就来考你吧，对不对？好，你知道就是，对不对？好，在那个场合。”你原本是做隔壁的同学，对不对？但是他变成主管来面试你，啊，这是一种，对不对？好，或者什么，或者在厂商的合作的时候遇到，对不对？好，这个其实这个业绩很小，哈，所以能够早点认识还是比较好啊。你不见得当什么朋友啊，不见得当什么很亲密的朋友，就是早点知道啊，知道这个人啊，知道他强在哪里，知道他在意什么，对不对？好，这总是有好事的啊。好，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同学呢，好，他就做一个尝试，好，他就用到一个东西叫 eBPF， 好，那 eBPF 这个，好，那这个在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呢，其实我们有提到，好，我们快速看一下，我们在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的里面呢，有一个系列叫做透过 eBPF 观察作业系统行为，好，然后呢，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里面用到动态追踪技术，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它实现方法是这样，就是说透过一个 probe， 好，它是一个探针，好，你就想说，就你像那个你知道，就是针灸，对，好，就是说，你像那个针灸啊，其实那个什么，就是去扎那个针，好，这个不禁让我想到这个什么，十年前哦，那时候去救火，好，去某一家公司救火，那这个救火啊，如果还没工作的同学会觉得好像很神奇啊，说哎，救火，对不对？这个公司这个好，这个等你出来工作就会知道啊，这种救火是一天到晚发生哦，根本有些人工作根本就救火队了啊。好，那总之呢，去救火的时候呢，就看到真的有一个主管哈，就是某一家公司的主管呢，就拿那个针一直在戳自己哦。我看到事情就很不舒服了，就戳自己啊。就他说这个他就很累，好就抽一针哦，那拿得很长的针去戳一下啊。但是这件事呢，其实什么就是我虽然对中医没有概念，但是这个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其实呢他已经知道大概的穴位，所以他就拿个针去干嘛，去这个去刺激，刺激特定的穴位。那其实反过来说呢，我们的电脑来讲常常会遇到什么事，就是说我们会想要知道，比方说一个运算花的时间很长，但是呢我可以去安插一些针，针在一个这样的事件，就是说哎，我怀疑 IO 花的时间很长，我怀疑网络传输的时间很长，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网络相关的东西去安插？而且这是动态安插，我不是修改程式码啊。虽然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去修改程式码啊，所以我们是动态去安插一个 probe 啊。
然后呢，如果有触发，我就可以去计算它触发的时间、触发的次数啊，甚至干嘛去做分析啊，看它的频率啦，啊，看它的这个什么，看它这个 probe 跟 probe 之间的关联啊。比方说，每次发生网络的传输的时候，哎，是不是特定的动作就被带起来啊？那这样东西呢，其实呢，在很多作业系统都有啊。比方说这个 Dtrace 啊，那 Dtrace 是来自这个 Solaris 啊，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机制啊。然后，包含说像这个华为啊，华为有个东西叫 Ktab 啊，不过 Ktab 已经淘汰了啊。好，然后呢，在 Linux Kernel 呢，在 EBF 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啊。那这个机制呢，可以让你什么去追踪这个核心哈，核心的这个运作啊。然后你可以看在这边讲座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它特别是适合在运用在这个从网络封包啦，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动作哈。那2015年呢 ，Linux 基金会成立一个东西叫 iOvisor 啊，它就是去追踪啊这个相关那个资料的这个运作流向啊，所以你可以去用这个机制去看啊，整个这个什么做一些什么行为啊。然后呢啊，那这个同学呢就做一件事啊，那你可以看到说他先用就是用了刚才提到那个 EBF 啊，然后他用这个 BFP Trace 啊，这个很难念啊 BPF Trace 啊。好，那这个 BPF Trace 是什么鬼呢啊？就是说呢，因为呢 ，eBPF 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机制。那这个核心机制呢，很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在作为熊内部有个虚拟机器。对，你没有听错啊，它是在作为熊内部一个虚拟机器，它就像 Java 虚拟机器一样。你就想说，我把 Java 虚拟真的塞到 Linux kernel 里面，好，然后呢，我就可以执行一些特定的一些指令，好，就是一些什么一些虚拟机器上的指令。然后呢，这有什么好处呢？你想个事情啊，比方说我想要追踪那个系统呼叫的次数啊，比方说我对 write 的系统呼叫这个次数很有兴趣。好，可是呢，如果每一次呢执行 write 的时候，好，这你看到我如果每执行 write 的时候，然后呢那个 count 啊 count 如果是放 user space 啊，所以你想一下啊，这个是 kernel。然后这是 user space 啊，那 user space 放了什么 count 啊？那 kernel space 是执行的 write 啊、read 啊，这些系统呼叫啊。所以你看，我每次呢 read write 发生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资料传递给什么 user space count 啊，然后呢，再等待下一次事件发生啊。所以每次就大量的什么 kernel more 到 user more，kernel more 到 user more 这样的传递。所以你刚才想到，我光是计算 write 跟 read。发生的次数，这件事它其实耗费的成本，因为来自这个模式的切换，来自资料的复制啊，注意到那个资料成本是很大的啊，所以你会发现说，你根本想测东西根本没测到，但是呢，你耗费在中间的传递成本是怎样，可能是远大于这个测量的主体本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去思考。我干脆把那个 count 这件事，就是把那个计算这件事，把它直接搬到 kernel 里去，啊，可是这件事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就是需要跟动到 Linux kernel 吗？好，我们刚讲过，我们需要呢，不要动到 Linux kernel， 不要直接去改到原始程式码。如果我们每次都要为了去算 count 去改那个程式码，你会看到 Linux kernel 一天到晚干嘛？要修修补补啊，然后一天到晚要花很多这个额外的时间去执行。这些不是那么常见的事情，所以后来有个机制是什么？干脆把刚才那些计算的动作呢，在 Linux kernel 有个虚拟机器啊，这个虚拟机完完全执行在 kernel 里面啊，它就专门去维护那些计算次数啦、计算那些事件啊、那些回报啊。所以我这把这个 kernel 里面呢，就把那些什么执行的次数、执行的那些前后顺序，我把那些都追踪下来，然后呢之后再干嘛？一次回报给 user space 啊。所以这好处是什么？我不安插这个 probe， 也就是说我这个针就不插进去的时候呢，我 kernel 还是这样照常运作。那我如果针就插进去的时候呢，好，你想这个针就插进去的时候呢，哎，那个程式码就是什么？就是额外去执行的。好，那但是它完全在 kernel mode， 所以它不会有什么模式切换、资料复制的问题，它完全在 kernel， 所以它成本非常非常低。好，那完成的时候呢，再把这个结果回传给什么 user space。好，那这个 BPF， 好，这个很难念对不对 ？BPF。好 ，trace 在做什么事情呢？
Living the Trees 呢，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式语言啊，所以注意啊，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式语言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网页上写了什么，它被什么被 C 语言跟 awk 啊，那这两个都是贝尔实验室的那个经典发明啊。那它简单说，它定义一个程式语言，那这个程式语言呢，可以让你去描述我想要做什么事啊。那你看到这个同学呢，就研究这东西啊，直接看这个，所以呢，它就是去描述啊，那。看到这个 begin and end 哈，你会发现什么？哎，这个语法很像 awk 好，awk awk 好。那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哦，那他这边就说，哎，我去干嘛？去计算那个起始的时间啊，然后去看，哎，什么时候结束啊？甚至我可以输出啊，输出一个特定的数值啊。那注意到呢，这个 BPF trace 啊，BPF trace 呢，你在执行的时候呢，需要用到 super user 啊。因为它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系统呼叫啊。那所以注意哈，这个是它是一个系统呼叫啊，而且它的系统呼叫是把一个什么？把一个程式啊插入到植入到那个什么 kernel 里面啊去执行啊。所以那这边来讲的话，你会看到它这边一个那个 in kernel helper function 啊。好，所以特别注意哈，所以我就是把上面这一段啊，所以这个。BPF trace 啊，它是一套程式语，它提供了一套特制的一个程式语言啊，我们称为叫做 DSL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啊，就是一个跟领域有关的一个程式语言啊。然后呢，这里面呢，最后会把它转换成对应的一个 bytecode，那这个 bytecode 呢，又会透过这个 BPF 这个系统呼叫传递什么？传递到 kernel 啊。那这 kernel 呢，传递到 kernel 之后呢，它就像一个 probe 安插到什么？到那个。就像一个针灸啊，那你可以开始灸灸灸灸灸，对吧？去刺激特定的穴位啊。那同理呢，我就可以干嘛，在课本面去做这个这些动作。好，那总之呢，他就开始去，你可以去执行看看啊，就把那个照着他这上面的说明哈，然后去执行看看。所以他就得到一个时间，然后你们看到这个时间呢，看起来就好很多。注意到呢，如果你 Fibonacci 哦的运算哦，我们先不管 overflow 的问题啊，Fibonacci 的运算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完完全都在 user space 做啊，你根本很难得到像这种图啊。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演算法啊，就是说你很难得到说不管是线性的啦，或者是说它有特定的曲率啦，哈，或者就是不管是这样的曲率或者这样的曲率啊，就是说会跟那个理论会很大差别，是吗？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它的考量点，对不对？哈，就是说这个考量点就在于说，因为我在 user space 可能会被打断啊，但是你看到，即便我把这样的动作放在 kernel 面。你还是会看到这样的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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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啊。那这个呢，要解释起来蛮复杂的啊。我们要解释的话，其实有分几个点去解释。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处理器跟处理器之间，它有可能会这样，会 migrate 啊，就是说它会有可能会有 task migrate，就是说我任务之间可能会切换啊。我们今天讲的任务不只是在 user space，在 kernel space 会这样，会去 migrate 啊。所以你必须要设定一些必要的这个 affinity 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在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说呢，事实上呢，你也会受到这些 cache 的影响啊，特别是一开始资料哈，就是会受到 cache 影响很多哈，所以我们会需要做一个比方说 cache warn，就是 warn start 啊，就是这个 cache warning 啊，就是说简单说呢，我们要去降低这个 cache 的这个冲击哈，因为一开始没有 cache 的话呢，你会有什么？你会花很多时间在做referencing，然后就是说。你看 cache 的作用嘛，好，cache 是一个快很多的一个，就是速度快很多的这个机体啊。它本身它是 SRAM，然后它的好处就是它很快啊，但是它很贵啊，而且在制程上比较困难啊。所以一般来讲，cache memory 相对是很小的。那跟这个 SRAM 颠倒的东西就是 DRAM 啊。那 DRAM 好处就是说它的空间可以相对大啊，而且它的这个制程呢是很成熟的制程。但是什么呢？但是这个，在这个第一轮来讲话呢，它的最大问题就是很慢啊。然后呢，所以我们就策略就是什么，把快的跟慢的结合。所以呢，我们把这个 SRAM 作为 cache 啊，而且这个 cache 呢非常接近 CPU，也就是说 cache 的速度呢可以跟 CPU 的暂存器的操作呢是相似的啊，但还是慢，但是就是相似的。那反过来说呢，那个第一轮呢，
它就距离 CPU 非常远、哦、一般来说呢 DRAM 跟 CPU 呢其实不是直接接起来的，它会透过一个 bus、哦、那透过 bus 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接很多 DRAM、哦、因为我们在这个透过这个 memory bus 可以接好多 DRAM 出现，你可以去扩充、哦、所以比方说安插机体那个插那个 排线对不对、哦、就是插那个插一条一条的机体。可是问题来、哦、如果一开始就程式执行一开始、哦我 cache 上没有任何那个资料的时候呢、哦、你就是要怎么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存取、哦、所以你发现好玩的地方是什么，我程式在执行一开始呢这个耗费的时间呢是很大的、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些图就会有这种状况、哦、所以你要去能够去排除一些cache 带来的影响。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说呢在这个在这边、哦、然后这边如果是看这个100项、哦、所以你看到它一开始是提供1000项、哦、当然这个100项里面呢它会出来这个东西，好，你把它放大之后出现这个就摆在那、不见得在这边，好，有时候会出现在这里。好，那总之呢这边就看到这样东西。好，那这样东西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好，直接跟大家讲几个结论。好，这样的影响在哪里呢，来看一下。好，所以这么就要求这个同学去分析。好，所以他第一个呢他去做什么，他去做 SMP IRQ Affinity。 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跟这个 IRQ 的问题，比方说像这个东西，好，哦，抱歉，我的 CPU 太多核了哈，比方说这个 CPU 0123一直到63，好，所以它就这个中断的出发，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画面缩得很小，你才看得到那么多，好，啊，再来缩小，缩，缩到这个字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好。好，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这个 CPU 啊，就是反正它会有不同的这个中断源啊，然后就看说这个 CPU 有没有发生。好，那所以呢，这个 CPU 太多了困扰，对不对？好，就是分析起来比较复杂啊。然后呢，再是什么？再是这个PORK 底下 IRQ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来讲话呢，比方说我们在可以看到说 PORK 底下 IRQ default SMP Affinity， 好，那它这边来讲话的 FF 全部 F 就表示什么都是一，好，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 IRQ 发生，好，都会这样，都会在所有的这个 CPU core， 好，都会发生。好，那关于这个 IRQ 的部分呢，你可以去参照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好， Linux 核心设计来讲话呢， Linux我们在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呢，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讲这个中断处理啊。那中断处理的里面也有讲到什么 Affinity 啊 ，Affinity 就在哪里呢？在中断处理啊，还有它的现代架构考量啊，那你可以去参考这个部分。好，那这边来讲话呢，他就做什么事呢？就是想办法啊，他就把这个 binding 啊，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 IRQ 啊，特定的 IRQ 事件啊，就是想要把那个 IRQ 错开啊。所以简单说，他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我预设原本预设的状况是每一个 core 都可能会接收到中断，好，那接收到中断的时候呢，我的一旦中断进来的时候呢，就是硬体中断触发的时候，这个原本你在执行程式就是这样，就会被打断啊。那这句话不太精准，好，再讲一次啊，就是中断触发的时候呢，你的任务呢，它不会立刻被打断啊。比方说像一些计算机架构，比方说像 ARM 的架构啊 ，ARM 的架构来讲的话呢，中断触发的时候呢，你目前那个 pipeline 那一道指令会执行完，好，之后再跳到什么？再跳到 IRQ mode 啊。但不管怎样呢，就是我们可以粗略的讲，就是中断触发的时候，这个我不管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啊，就是我们很快就会切到什么？接到这个终端的那个 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啊，那这件事呢就会导致一个很大的一个效能冲击，所以就这样就导致一个效能冲击啊，所以他想要看能不能把某一个 core 让出来啊，所以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再来是他就是去把那个 Turbo Mode 啊，那这个 Turbo Mode 呢是 Intel 处理器特有的啊，在这个架构不同啊，比方说像我这台电脑是MBS 处理器。AMD 的处理器就没有啊，就是我这个是 Ryzen 啊，就是什么，这个是那个 AMD 重返荣耀啊。那Intel 的处理器呢，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啊，比方说有个是 Turbo Mode 啊。那简单说呢，它有一些技巧啊，这个技巧呢可以去提升程式的效率啊，但是你会牺牲掉一个状况啊，在 Turbo Mode 打开的时候呢，
你的执行呢会飘动啊，然后这个 Turbo Moon 哈，它就是它对那个效能冲击是大的哈，就是它在就是简单说，它在特定路径呢是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快的执行时间哈，但它会导致这个那个每一道指令啊，它这个执行时间呢会长短不一，就是它会这个会飘动啊，执行时间飘动。所以我们在做 benchmarking 的时候，一般说我们先把那个 Turbo Moon 啊把它关掉啊，那这个一样啊，你这样的话也可以做到把 Turbo Moon 关掉。好，然后我们接着我们可以做这个 CPU isolation。所以他这边讲的 CPU isolation 呢，它可以是选择性的啊，就看你的规划啊。CPU isolation 在 user space 特别明显啊，就是他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修改开机的那个参数啊，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呢，就把像这样的一个参数指派到Linux kernel， 所以在开机的时候呢，我就会要求呢 CPU 某个 core 啊，比方说编号4跟编号5的 core 啊，它被隔离开来，所以它不会被排入任务啊。预设情况下的那个 scheduler 不会排入任务到编号4跟编号5的那个 core。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用特别的一个机制，比方说用 task set 这样的东西啊，那就是你可以在特定的那个 CPU core 啊去执行嘛，去执行那个程式啊，那你可以去参照这个main page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搭配这个刚刚讲那个 CPU affinity 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我先把特定的 CPU 把它 isolate 啊，然后之后我再用这个 task set 啊去指定到特定的这个core 上去执行，好，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得到一个什么，跟上面比起来，然后去看啊，上面这个啊，跟下面这个执行起来，哎，就显著好多了哈，就是我就排除哈，某一个 core， 当然还是会有这个飘动啊，这个飘动呢是怎么来的啊？这时候就好的，还有这个你注意到的啊，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到那个 cache 的效率啊。然后还会飘动呢，飘动就是因为呢，其实这件事呢跟我们时间测量关啊，因为呢，我们事实上我们那个时间测量呢，其实不是直接看那个 instruction count 啊，注意到我们在多核的情况下不能直接看 instruction count 啊，RDTSC 就是在举例来说，在 Intel 的 CPU 上呢，它有一个指令呢叫做 RDTSC 啊，那 RDTSC 呢，它的那个分类上呢，它属于叫 timestamp counter 啊，注意到啊，这个叫 timestamp counter。好，但是注意到哈，这个 counter 呢，它会有个很显著的限制哈，因为它基本上它只能在什么特定的 core 上啊，就是说我基本上，比方每一个 core 都有推特定的 TSC 啊 timestamp counter 啊，所以比方说我有四个 core， 那这个 TSC 呢，其实怎样，它其实会不一致的啊，真的是跟什么很像呢？就是说。它跟你想象一件事，就是说我今天赛跑啊，即便是两个双胞胎在同一个时间，我们让它起跑，但是呢，它跑的还是会有些不同啊，因为我跑的过程中呢，我可能受到什么干扰啊，比方说我有什么，我会有这个 interrupt 会发生啊，然后或者什么呢，我会有 pipeline， 会有 pipeline stall 啊，甚至我有 out order execution， 不然说分支预测器啊，所以总之呢，在执行过程中。其实你无可避免的就是，虽然都是同个起点，就算能力或者整个 CPU 时脉、CPU 设计都是一致的，你无可避免就是会有落差啊。所以往往呢，我们不能只靠这个 TSC 啊 ，timestamp counter。所以在 Linux kernel 呢，它会有一个叫什么？叫做 ktime 对不对？啊，像 ktime 一个什么一个这个 API 啊，那这个 API 呢就不会只看这个。TSC 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它其实会搭配看一些高精准度的一些 timer 啊，所以你可能知道叫做 HRT High Resolution Timer 啊，就是这个 High Resolution Timer 啊。那 High Resolution Timer 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额外的硬体，它的精准度呢可以高很多，它是可以精准度到 microsecond 等级的。好，可是呢，如果认真看同学们的这个做出来的那个时间啊。你看到这个是 nanosecond 啊，也就是说呢，这边来讲话呢，你看到这个时间很好玩的哈，这边呢是什么500 nanosecond， 也就是五个 microsecond 啊。那我们讲过前面讲到那个 HRT 啊 ，high resolution timer， 它其他精准度只能到 microsecond 啊，所以其实我们无可避免哈，其实会有那个量不准的状况。好，这个就是像那什么，就像说
我问你说那个什么，我问你说这个你的标准呢是1分到5分，你要打几分啊？那你写一个什么2.33啊？其实这个没什么效果啊。你看到就是打分数的时候，我们等级又是1、2、3、4、5啊，1到5给你选一个，结果你回答2.33，那我们无可避免，我们只能把它降到什么？降到2，对啊，因为实际上我能够表达就是2啊。那你说，哎，可是我的是比那个什么？比二再高一点啊，我叫2.33啊，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不能叫做五嘛，哦，这五的话好像差太多，对不对？好，那也不能把它叫做三嘛，对，也是这样，也是有落差啊。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说，哎，其实我的这个 resolution 呢，其实限制在这方面上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时间的这个计算哈，就是先给大家一个，我们先提到这边哈，因为其实时间计算呢，要做一个非常精准的计算，其实你还是要需要跟 HRT 打交道哈。KTAN 提供一个很简单好用的东西啊，比方说你可以用 KTAN get 啊这样的一个什么 KTAN get 啊 KTAN set 啊去干嘛去得知目前的时间啊，这是 Kernel 给你一个很便利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的时间是时间成本啊，就是说你的执行时间是非常什么非常非常小的啊，所以呢你往往需要做什么事情呢？你需要搭配一些统计模型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这个大学的正规的 computer science 课程，你都会接触到机器统计啊，就是机器统计，其实在这方面的影响就很重大啊，机器统计啊，那你就需要，比方说你需要去取95%的信赖区间啊，你不能只靠这些 API 啊，你要靠这个统计啊，而且呢，我们的统计呢也不是说次数越多越好啊，如果你的品质不够好的时候，就是你原始资料如果不够好的话哈，你用那个统计模型呢，你往往你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啊。那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一开始得到了一个数值，就像这种分布啊，那这个就很重要。如果人一开始都可以得到这种数值分布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统计模型啊，就是说我用95%的信赖区间啊，然后去看它的这个分布啦哈，甚至可以搭配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调整机制啊，去做那个 fitting 啊。好，那这个同学呢，还做一件事啊，就是我提供一个东西叫 big num 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在这个东西哈，这个它是一个相对一个小的程式啊，这个叫我们就是一个叫做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只要你机体足够多的话呢，啊，那我们就可以做到无穷位的这个精准度啊，所以就是这种一个，好，那就称为叫它就是一个大数据算的一个 library 啊，所以我们就提供这样的一个东西给大家做参考啊。那所以这个同学呢做什么事情，他就把这个啊这个 library 啊。我提供这个 library， 然后整合到那个 Fibonacci driver 上。好，那这个 big num 还是解释一下哈，它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 APN， 那 APN 是什么呢？就是 APN 就是这个字啊，这个的缩写啊 ，AP 啊 ，and M 在哪里哈 ？M 就是这个 arithmetic 或者 math 啊，就是说。无限精准度的那个运算啊，所以它会分一个叫 APM 部分。那 APM 就是比较底层啊，所以你看到这边来讲的话呢，就会一些 digit 啊，就跟你说一个位数要几个 bit 啦，哈，它的这个资料是多大啦，哈，然后你怎么做这个 APM digit 的管理啦，好，然后你怎么去 resize 啦，哈，那你怎么去做 compare 啦，怎么去做 ADD 呀，哈，那就是做加法啦，好，然后做加减乘啊。然后这样，然后还有那个 square 啊，注意到哈 ，SQR 跟 SQRT 不要搞错了啊 ，SQR 的它的那个是什么字的缩写呢？是 square 平方缩写。好，那还有一个东西叫 SQRT 啊 ，SQRT 是那个 T 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它是 square root 啊，所以 square root 是什么？是开根号，所以这不要搞错了啊，这个东西差多了哈 ，square 是平方啊 ，square 是平方 ，square root。是什么开根号啊，也就是 x 的二分之一次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天南地远的差别啊。好，那所以你看到刚才也讲话，我们 APN 提供一个什么？提供一个基础运算，然后呢，我们又提供的东西叫 BN 啊 ，BN 就是 big number 啊，这个啊，那个标题没写对啊，就是它是 big number 啊。那这个 big number 呢，就用到刚才讲的 APN 啊，所以我就用这个 APN， 然后包装成一个更高级的 API 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在程式设计技巧都有这样的啊，就是说你可以
是做一个比较低阶的部分。好，比方说我低阶的部分是 APN 就专门处理那些数字，好，那些 digits。好，然后呢，我在高阶的部分呢有一个 BN。好，那 BN 的话，你可以看说我就提供一些比较便利的一些操作啦。好，比方说去设定一个用一个32元的无号数去做一个数值的设定，好，数值的指派，然后呢去把它清为零，好，或者说把两个 big number 数值互换，好，然后或者是向左位移啦，好，然后做加法啦，做乘法啦，做这个 square， 好，就是平方，好，那甚至最后把它输出数值，好，那你会说，哎，那为什么我这个只有加乘，好，跟平方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好只拿来做什么 Fibonacci 运算，所以注意到，所以我们在这个 readme 其实就写，其实我们是不完整的东西。那为什么要给你不完整的？当然简单，因为总是要给学员一些空间嘛，我们不能把全部的 code 写完嘛，全部 code 写完了，你知道学生就会做什么事？学生就跑去举足啦，举足就会干嘛？就是一直把程式码背下来，就绝大多数的同学都会干这种事情。那所以与其让同学去举足呢，不如干嘛？先给大家一个不完整的东西，好，但刚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运作，好，让你的信心去克服，好，好，那所以呢，这个同学呢去整合，好，那你可以看到中间他遇到一些困难，好，他整个进来，好，然后呢，最终呢，他就开始得到什么？得到一个数值，好，那他先比较一个在92项之前的数值，好，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哈，在从第9就是 n 等于93之后呢 ，Fibonacci 的运算它就会得到结果就会大于64位无号数整数的上限，所以我们先避开那种 overflow 的状况，只看这个。好，那我们前面讲了一个 baseline， 注意到这个 baseline 是还没调过的，所以图可能要重画，所以等一下图可能要重画。然后他就去比较什么呢？就是比较，你看那个绿色部分，绿色的部分呢，就是用这个原本这个 INT 的这个运算。然后注意到呢，在 Intel 架构下呢，整数乘法呢是有内建的指令，就是 IMUL， 好，还有甚至包含除法都有内建的指令，好，所以这个整数的这个整数乘法，好，整数除法，好，其实这个 Intel 的那个 CPU 呢，其实都有内建，好，然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虽然有内建，但是其实呢它是有代价的，就是它的执行的那个。你要去查另外一个东西叫 latency， 不能只是看怎么写，就是你要去查，就比方说像这边都可以查到一些那个instruction table， 那这种 table 其实对我们在做这个效能最佳化是很重要，不是用主文员写就会快，注意到啊，就是在用主文员重写会变快，有一个前提就是原本的程式单纯或者演算法都没什么可以调的，但注意到啊，现代的 CPU 呢，其实程式会变非常复杂，所以比方说同样是 x86 它可能包含 Intel、AMD 还有 VIA 就是那个威盛神奈斯的那个威盛，这家公司有趣，就是反正就是你要对猪有爱。好，那 anyway 就是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他就会去讲，就是他的这个他会有个表，就是比方说这个表就跟你讲这个 latency，那你可以看到很多 latency 看起来都很低啊，什么 MU 还有分版本，有一个 cycle latency， 也有四个 cycle latency 的，甚至还有13个 cycle latency 的。那如果说像那个乘法就更酷了，这个乘法呢，你看到这个它会有三个 cycle 的，五个 cycle 的。那除法呢更夸张，除法呢有24个 cycle 的，也可能呢有到41个 cycle 的。所以你会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而且不同 CPU 呢它影响会不同，就是所以不能只是看说哪一家 CPU 啊，然后你要看说它的 micro architecture。 好，那我们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做比较，所以它就如果单独只看那个如果把 baseline 忽略了，我们来看这两个。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很好玩，就是big num 就是在这里。好， big num 呢其实耗费时间呢是大很多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事实上呢把运算已经拆个两部分了，一个是单纯数字的运算，然后呢，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是这个用这个原本CPU 指令，所以 CPU 的 IMUL 跟那个 IDIV 啦，好吧，那些 shift 什么的那些运算，那是用那个指令，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样包装起来呢，其实耗费的时间呢，其实是有的，所以你可以看来讲就是大概都会需要两倍的执行时间，而且呢，
他还发现会有一些抖动的状况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抖动状况呢？其实这样就是可以去想啊。那这个我们这也是我这个设计这个作业的原因啊。其实它的原因很多个啊。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跟那个就跟 caching 啊是有影响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简单说，我现在提供那个 big num 啊，它还没有对 cache line 啊 cache line 去做最佳化啊，就是其实我还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空间啊。那 cache line 呢，在这个部分呢是会有冲击的啊，所以这种 cache line 冲击怎么看出来哈？你如果看到说周期性的，就周期性冒出哈，其实很可能都是来自的 cache line 冲击哈。那如果说你去查那个 Linux kernel 啊，就你可以去找那个Linux kernel 还是再找 cache line， 然后你会看到很好玩，再加 patch， 然后你会看到说呢 Linux kernel 呢有一大堆 cache line 的那个，而是人们发现像那个 cache line。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掌握这个 cache line， 你也大概知道为什么 Linux 要做这个必要的修改。好，我们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呢，这个同学呢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其实看到这个jitter 啊，就抖动的状况哈。那其实这种规律的 jitter 呢，其实我们就要怀疑哈，是跟那个 cache line 啊，其实这个 cache line 还是有就很大的一个影响啊。那所以注意到呢，在这个作业哈，其实你如果整个这个曲线啊得到不是很满意的话，其实就是跟你预期会有一些落差，其实是正常的。好，那作为工程人员，这就是我们值得去探索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作业。好，那如果我们把范围拉大一点的话呢，你会看到说，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说这个范围啊，就扩充成这样子。好，那当然这里面呢就有一些改进的空间。对，所以我们把程式码抓下来。现在编译它，哦，你看编译的时候呢，就遇到什么？就遇到警告跟错误讯息。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说呢，其实这个同学的实作，好，就这样，就是实作上呢没有实作好。好，那你可以看到说什么？这个，比方说像这边，好，这边来讲的话，这一段的嘛，这段显然就从刚才那个 big num 搬过来的呗。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APN 就是刚才讲过第一阶的部分，这个好，这个是有去规范嘛，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说针对这个32位元架构跟64位元架构，好，那当然我们这硬体来讲只有什么32跟64位元架构了，那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讲话呢，这个硬体的这个设计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有个这个。会这个数值，好，但是呢，注意到呢，在编译 kernel 的时候呢，你看啊，这个编译 kernel 的时候呢，它会跟你讲什么？这个形态，好，这个什么？这个好，这个形态呢是没有定义的哈，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形态呢是没有定义的，所以呢，它会把什么 evaluate 啊，就是说我们会在求职的时候把设定什么设定成零，好，所以注意到哈。这个 warning 呢，你不能轻易的跳过去，因为它整个行为都不同了啊。好，然后再来什么呢？再来是你可以看到说，今天至少有两个错误讯息在那边出现啊，就是一个是 boolean 啊，就 boolean 形态的那个啊，然后再来是 U64，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两个显示什么？这个 type 啊是不对的啊。所以注意到呢，其实这个实作呢，这个同学在实作上呢就这样，就不完整啊。所以你不能只看一个报告，对不对？你看这个报告，你乍看觉得哇，这个写的好棒啊，对不对？但是显然这样，在我的电脑就编不过。好，所以好，比方说呢，我们就可以回报，就是你可以怎么回报呢？比方说在这边，好，就给它回报，回报什么？回报它错误。好，所以我们注意哈 ，code review 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要共笔？好，为什么共笔要求说你要什么？要就所以很多同学都觉得，我是不是交一个报告这样不行啊？这个什么？这个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互动。所以，比方说，你就可以去回报错误回报，错误回报，那你编译失败来讲啊，在什么，在 Ubuntu Linux 18.04，然后 dash， 你是什么？你是这个。
所以我在这上面呢，搭配，你就把错误讯息贴上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我们就在这边，这好，最显然是这两个区。那我们这样就先做这个什么，做必要的这个 bug report。好，留下你的名字。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同学的那个他的程式码 好，那他的程式码的来讲话呢，我们来瞄一下哈，就是说他的这个起点。好，他其实他现在看他好的地方哈，他其实在这边来讲话呢，他在实作的时候呢，它有建一个分支啊，所以比方说它建一个分支是什么，叫 big num 啊，就 big number 的那个分支啊。然后呢，它这边改的差不多之后呢，再 merge 到 master。为什么看得出来呢？你看这个啊，就说这边呢，这我的 master 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同学他最新的那个修改是在最上面啊。然后呢，你在 GitHub 上拿到的也是这个 master。然后呢，这个 big num 呢，它就是一个分出去啊，所以它一开始就是开发的时候呢，它可能这样子，然后分出去一个 big number 啊。然后最后这个 big number 的东西呢，就 merge 回到什么？到 master 啊，所以又一开始分出去，那中途某个时间点呢，merge 回这个 master 好，那这样好处是什么呢？这样好处是说，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这几个相关的修改，哪里相修改呢？像这个 big num 啊，所以他把这个 big number 的这个 source code 加进来，然后做一些调整啊，比方说他在供笔里面有提到啊，提到什么？提到他的这个他做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行为啊，比方说他去修正那个什么，这个编译的那个讯息啊，编译为什么会失败呢？啊，就是跟他的什么，跟他的这个跟他对 kbuild 啊，kbuild 是那个 Linux 的 build system，我们称为叫 kbuild 啊，就是这个 kbuild 好像在网上可以找到蛮多资源的啊。那简单说呢，它是Linux kernel 的那个 build system 啊，那。它会分说是在kernel 内部的还是 module 的，好，那显然我们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在 module 的，好，它有些相关的说明，好，那你可以对照看，好，那所以总之就是它一开始没有搞懂，好，搞懂那个写法，好，所以它就是做一些 big number key，好，那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说，好，那它就开始去。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那种Fibonacci 的那个实作啊。那当然实作呢，这边来讲就用到什么呢？它就用到这个face doubling 啊。那 face doubling 在我们这个作业的说明啊，其实有讲过，我这边就不赘述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实作的一些技巧啊。那这边实作的技巧是这样，就是说呢，它就第一个就把它那个 face doubling 那个数学式写出来啊。那原则上就是照那写。那注意到这边有一个技巧啊，就是说。因为我这个数值很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不需要去做运算啊。比方说，你 Fibonacci 的输入它是 n，如果是小于等于二的话，哦，那基本上它这件事非常无聊嘛。小于等于二的话，你只要回成什么，都回成一就好啊。然后呢，注意到这边有一个 unlikely 啊，unlikely 是什么？Linux GCC 的一个 built-in function 啊，Linux kernel 的 unlikely。我们来看一下 unlikely。好，那在 GCC 来讲的话呢，它会有一个 built-in spec 啊，注意的哈，就是你看到这个 built-in 开头的哈，两个底线 built-in 开头基本上都是什么？基本上都是 GCC 的这个 built-in function。然后呢，这个 built-in function 呢跟什么有关呢？跟 branch prediction，就是说呢，我们在CPU 的这个这些什么，那 CPU 的那个 instruction 啊。那 CPU instruction 之间呢，它会有一些相依性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好，然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在这个 CPU 的这个执行来讲的话，它自己就有一套 predictor 啊，就是分支预测器。那可是呢，这分支预测器呢，往往它就是需要先猜啊，那也可能会猜错啊。那你可以去复习这个计算机组织结构啊，它会讲到说有 one bit。two bit 那种就是照着这个历史记录的哈，那你可以想象说对应到真实情况下，就是说
比方说你要去，比方说你要去考试嘛，对不对？啊，那考试呢，你会发现，哎，考古题。那昨天晚上读书呢，今天晚上出，昨天晚上读书，今天出，啊，那个就表示什么？哦，你的预测器做得很棒，对不对？啊，就是考前猜题做得很棒。但是说你昨天晚上读的资料呢，今天都没有嘛，都没有出现，就表示你的分支预测没有做好，啊。然后呢，哎，你但是你发现某某补习班他猜的题目总是特别好，对，你知道很多时候呢，其实也不是补习班老师讲的好啊，这个很多同学都是都市长大的哈，然后可能没办法理解那个乡下的补习班哈。你们好奇说，哎，乡下补习班谁去补啊？是吧？乡下补习班呢？啊，比方说像我小时候读的补习那个某学校，好，我就不讲哪一间了哈。那某学校呢，以前就会有那种老师啊，哦，他开补习班，就开补习班，我觉得无可厚非哈。但是呢，这个补习班的参加某某补习班的学生呢，总是会考得特别好，为什么？因为老师的那个补习班老师跟命题老师是同一个啊。然后简单说，他白天呢，他不会帮学生猜题，这 OK 啊。那但是你去上他补习班的话呢，就会帮学生猜题，而且猜的题目呢，就很可能会出。所以表示呢，他的分支预测好棒棒，对不对？好，那因为他不是预测，他已经知道那件事了哈。所以如果说呢，你是程式开发者，你知道，好，比方说你 n 很可能就不会是小于等于二，这个积太小了啊。甚至你可以把这个可以改变哈，你不用 n 小于等于二，你可以把那种更小的值，比方说 n 如果是小于十啊，哈，你干脆直接给他一个查一个表格啊。不用写 code 了，对啊，就直接查一个表，直接回传啊，这也是一种做法啊。好，那总之就是说呢，在这个在 Linux kernel 呢，就包装 likely 跟 unlikely 啊这样的一个 macro 啊。那这样 macro 呢，就是透过这个透支透，就是主要去让编译器去产生可以对branch predictor 友善的程式码啊。所以你就想一件事，就是说。假设呢，我这个输入啊，我们已知啊，不是假设，已知我的 n 根本就不会有什么 n 小于二的状况，有这个状况发生，但是这种状况几乎都不会发生。那我干脆把这段程式码搬到比较后面的地方啊，就像你那个磁碟重组一样，你把很常执行到的先放在比较前面啊，那不常被执行到把它搬到后面啊。那所以呢，这个就达到一种什么？达到一个就会作为到一种最佳化。那同学好奇啊。以这个例子来讲，有没有写 unlikely 有没有效能差别啊？对不起啊，在这个例子来讲，效能不会有什么差别啊，因为我 n 小于等于二的状况实在太少了啊，所以有做这个东西跟没做这个东西不会有太大差别啊。但是呢，在特定情况下呢，如果你的那个你的这个预测啊，就是说原本的分支呢是50%、50%的几率啊，搭配这个 unlikely 就很有用啊，就是因为如果它是 if else。那对这个，如果他是这个每次都有大量 if else 啊，而且呢，对编程来讲，他可能猜不出来嘛，因为对他来讲，一开始看到上面是50%，下面是50%，他就没办法做什么最佳化。可是呢，如果呢，乍看是50%的东西呢，你已经知道某个路径，它根本就不会执行啊，或者说只要某个 condition 发生，这个 case 就不会执行啊，那你就可以放心加这个 unlikely 啊。那注意到 unlikely 的这个定义是这样哈，就是它会有这个 expect 啊，所以 likely 是 expect。你就是会这样走这条路，这样就所以它有个一啊，unlikely 就是我预设就是不会走这条路，所以我这个预期值就是零啊。那注意要有两个惊叹号，两个惊叹号什么技巧呢？来想一下哈，在你所不知道西语言啊，我们有个叫技巧篇，就会谈论到这个技巧。那这个技巧在于什么？就是你看哦，如果 x 是五的话，你一个 not 它会得到什么？它会得到零啊，再一个 not 会得到一啊。也就是说呢，你今天不管 x 的数值是多少。反正最后只会有零跟一这个结果啊，所以这是两个惊叹号存在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我让那个输入数值啊是永远只会得到零跟一啊，所以两个惊叹号的技巧就在于说，我是任何数进来啊，那反正我就会是零跟一的啊，只要呢输入数值是零，我就回传零啊，那只要输入数不是零，我就回传一啊，所以这是两个惊叹号的技巧。然后，那以这个例子来讲话呢，我就是啊，就是这边来讲话，就 n 小于等于二这个状况不太会发生。好，然后呢，再来是这个同学就用到那个前面那个 big number 啊，那个什么 big number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function 啊，那这边呢就是这边就对应到什么？对应到这个视作啊，所以就这样啊。好，然后就 face doubling 好，
然后呢，这边同学还有一个技巧啊、哦，这个技巧是什么？就是去什么？去看他不同的方法，来看一下他的程式码。好，比方说呢，这边啊、哦，你看到、哦、这边有个face doubling 啊、哦，对，好、哦，那 face doubling 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呢，它其实这边有一个什么，这边已经有个 face doubling。然后呢？但是还会有一个，名字很像的 face doubling， 对不对？看这个 big number k face doubling， 好、哦，那你注意看哦，它其实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它去改写那个 read， 好、哦、read 这个什么 read 这个注册在 VFS 上的一个 operation， 好、哦，所以这边是一个 file operation， 好、哦，然后呢，它就是用一个什么？它就是用一个这个 flag， 那这个 flag 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用一个什么，用一个区变数这边去描述啊、哦。然后，那这个 flag 要怎么去切换呢？这个 flag 切换的时候，它是用什么？它是在透过这个 write 啊、哦。所以我它的方式，我们来回头看一下它的这个写法的方式。所以呢，他是这样，就是说，他这边特别去改，哦、改写什么？改写那个 write， 好、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write 呢，一旦被注册，这边来注册，好、哦，所以注册到什么 proc， 好、哦，所以注意到哈，他现在额外注册一个 proc file system， 那这一段注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这样子做哈，就是这一段哈，这个是他额外加进去的程式码，所以他这边来讲话呢，他就建立一个在 proc file system 底下的一个 entry， 那这个 entry 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 fib flag、哦、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ROC、哦、这个 PROC 呢，这个很特别、哦、PROC file system 呢，所以不要怀疑它就是一个档案系统啊、哦。PROC FS， PROC， 对啊、哦，就有个档案系统就叫 proc file system、哦、其实不应该念 proc 啦，应该是念 pros、哦、就是 process 嘛、哦，所以是 process file system。那这个 process file system 呢，其实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一堆数字，比方说这个388，好，这个388呢，在 PS 一定找得到。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这个 case 388，好，这有没有看到这个加一个方括号？方括号表示什么？表示它执行在 kernel， 好，它是一个 kernel thread， 好，就 kernel 的一个执行序，好。那同理啊，就是说，如果你去看啊，比方说这个数字怎么找个数字好了，75717啊，75717什么鬼呢？七五七呢？你看到说它是一个，比方说这个啊，你看到这有个 nginx， 就表示它有什么？它有一个 web server 啊，所以像我这台电脑上呢，就有提供一些服务嘛，好，包含说 web server 啊。那所以这个 proc 啊，或是 process file system 的话呢，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有。每一个 process 它会有个个别的资讯。那除了这 process 个别的资讯以外呢，其实我一些必要资讯啊，比方说 kernel 的版本啊，好，你可以在这个 PROC， 比方说 version 啊，就可以让它看到什么 kernel version 啊。所以 uname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去拿这个读取这个 PROC version 底下的这个资料啊，所以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哈，这个好玩地方来了哈，所以他就是去干嘛呢？去注册啊，所以你看到他就注册这个注册这个 proc file system， 好，所以就看这个啊，他做了什么？他做了注册动作，对，好，所以他注册呢，他就这边特别写个是做一个 write 啊，所以呢，一旦呢你去输入这个2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就会怎么，就可以改变他那个值啊，改变那个。数值好，但是要记住呢，要做检查好，所以你看这个同学有做一份检查，检查什么？检查这个输入是不是有效的哈？因为呢，我们这个 write 进来的时候呢，其实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字串好，所以注意哈，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到一个什么？用到
STRTOL 啊、哦、，STRTOL 是什么呢 ？STRTOL 你可能听不懂，但是有个东西叫做 ATOI， 你可能听过对不对 ？ATOI，ATOI。好，那注意到呢 ，ATOI 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什么标准函数库的一部分啊、哦。但是呢，注意看哈，进来看 ATOI 啊 ，MAN ATOI，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从哪里有呢？先来看那个 conforming to， 好，所以这个东西在 C99， 好 ，C99 开始就C99、C89 啊，基本上都有，好，在 parties 也有啊。然后呢，它的用途是什么？就是把字串转换成整数。你说哇，这东西我大学一年级都知道，这有什么好讲的？注意到一件事哈，它的输入是一个字串，返回值是一个整数啊。当然它有很多变形，比方说 ATOL 啊，就是输入是一个字串，然后输出是一个 long 啊。那大家也有说另外一个变形就是 long long 啊，就是这样。好，这个问题呢在哪里呢？注意到哈，这个东西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做错误检查。好，所以注意到哈 ，ATOI 事实上它的作用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这个 STRTOL 啊 ，string to long 啊。然后那注意到这个10呢，显然什么？显然是指定什么进位嘛？10进位、16进位什么鬼的啊？好，那所以注意到呢，这个 ATOI 呢？我们之所以不想用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他没有做错误检查啊，所以特别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啊。所以当我们输入一个无效的字串的时候，比方说我输入东西不是一个引号 123， 不是一个引号12345，而是一个引号 ABCD， 那请问你会得到什么数啊？这个东西啊，注意到啊，这个东西呢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去声明啊，这个就跟词作有关啊，所以注意到呢，我们在这个设计程式码的时候呢，要很小心啊，所以请你啊，就是开始避免用 ATOI 啊，所以你的程式非常简单，就是说你的程式所有输入都是可以确保的啊，否则请你改用 STRTOL 啊，而且这个同学呢，为了这件事呢，自己是做一个 STRTOL 啊，就是他就写一个 STRTOL 这个啊，就是他就是用的这个 simple strtol 啊，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干嘛做这个它的转换啊，最重要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弄到这个 flag， 因为这个 flag 决定了什么？决定了哪一种方式啊？所以注意到呢，这的确也是一个什么？这的确也是一种实作的技巧啊。然后，不过这个同学自己也承认哈，这个写法呢丑陋啊。然后我们来想一下这个东西丑在哪里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你看到、哦，就是我这边就会依赖什么？12345这种，对，就是要依赖什么？要依赖这么多不同的数值。好，所以你自己要去建表格。所以比方说呢，这是他后来加入这个 big number 的，那这个东西是用啊、哦，用原本那个64位元整数的，对不对？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他这个问题第一个就在于说。我需要建这样的表格，然后呢，所以这其实说的蛮丑，而且不好维护，就是你想我之后要一直加这些数字，那你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列举的方式，比方说我列举说，比方说这个什么，我去列举，比方说什么呢？比方说 method viewing type， 好，那比方说 build in U64， 然后 method big num， 然后 method other， OK， 好，所以你有一种替代方法是这样，就是说。那当我要特别去声明我从哪里开始？比方说从一开始啊。那所以呢，你看到如果我用这个 enum 啊，当然忘记加啊，就是我去列举啊。那我去列举呢，就把这个数值把它改掉啊。所以你想，哎，这是最基本的这个改法啊。不过这个还是很丑，为什么还是丑？因为你还是要去维持这个表格啊，你只是把那个123这个数值离开了啊。所以你看到我在克隆，我如果加了这种改写方式呢，看起来比较。好像比较漂亮了，但是问题在 user space 你还是要知道这个234啊，好，那有没有可能
就是我在 kernel 呢揭露出来资讯，也就是说我让这个 kernel space 看到东西，啊 ，kernel space 的实作方式看东西跟 user space 就是一致的，有没有可能这东西有啊？这个东西就是用这个 sysfs 啊，所以注意到呢，我们 procfs 呢是给你一个很基本，就是 kernel 要揭露资讯给 user space 啊，或是 user space 呢要想要去对 kernel 做一个资讯的传递啊，所以注意到啊，这个它是有双向的啊，就是你用 procfs system 呢，你可以做到很简单的一个什么双向的这个。双向的这个资料的沟通，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讲双向的，比方说我们再回来看哈，我们讲双向，比方说你这个例子，我可以传递一个数值，我可以传递一个字串，传递到 kernel 去啊，然后呢 ，kernel 可以把它解析出来，好，所以它可以改变。可是麻烦的就是你还是要传递这样的数值啊。那如果呢，我们今天改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做，比方说我去改用什么？改用这个 sysfs 啊 ，sysfs。那 sysfs 呢？注意到呢，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k object， 你们看到的 k object 啊、哦。那所以呢，就是什么？如果我们用 sysfs 去改写，而且呢用 k object， 好、哦，注意到啊 ，k object 是在 kernel 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通用的一个物件的结构。所以呢，我就可以把 kernel 里面的物件的结构接入到 user space 去。好、哦，那这个东西具体对应到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在 sysfs 里面有一大堆，好，比方说，来看好了。所以比方说 kernel 里面呢会有一个有些东西不能给你看好，所以我要动一下脑筋哦，给你看的话我这台机器可能会有些风险，好，你知道吧，好，然后比方说像什么，好，那你看到、哦、这个人来讲的话呢，我期望一个 super user， 比方说我这个 IRQ 啊，你看这个 IRQ 好好玩地方在这里，好，就是我甚至可以看到什么，我甚至可以知道它的一些资讯，好，所以这种资讯，好，那这个 sysfs 呢，就是 sys， 它专门干嘛？专门去把 kernel 内部的资料结构揭露给 user space， 所以它跟 procfs system 不同啊 ，procfs system 是比较通用的东西啊，那 sysfs 呢是说，一旦你用 kernel object 去包装，我就可以把kernel object 里面的资讯，包含说 kernel 相关的这个资料结构，就可以揭露到 user space 去。好，所以呢用途是不太一样哈。Proc 是比较一般的，然后这个 sysfs 是这里啊。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用个 sysfs 改写的话呢，你就会避开那刚才那种状况。好，我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再回来探讨，就是刚才这个同学哈，他有想到说去用这个什么 procfs 去设定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实作啊，这样就不用一直在重新编译程式嘛。好。这概念是不错，但是写法实在是不够优雅，好，所以看一下啊、哦，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讲的优雅呢，其实会讲到什么？要就是不只是程式看起来好不好啊、哦？你看各个程式看起来，对不对？你光这 dirty 对不对？然后就是啊，那这个同学我认识哈，所以我就说，对，要是我就会写什么这个留言说关闭你的这个。脏的程式，好，所以其实你看这样的这个实作啊，其实这样就不够这样，不够清楚，好，而且呢，你看到、哦、这个，它这边的技巧在说呢，它是用这个function pointer， 好，所以你看、啊、这边一个 function pointer， 好，所以这个它就是它需要去建立一个表格，好，这个表格是用 switch case 建立一个数值对应到 function pointer 的一个方式，好。那这个事实上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哈，你可以直接把 kernel 内部的这个资料结构通过 sysfs 去传递出去。好，那这是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同学的这个实作。另外一个同学呢，看一下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后面有打那个这个赞的啊，就表示不是说一定是最好的啊，那就是说。有一些是可以值得学习的、哦、那值得学习的东西呢，其实也是有可以改进的嘛、哦、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想法、哦、让大家是知道、哦、哪里还可以再改进、哦、然后可以相互观摩。好，然后呢，我们接着再讲一个 sysfs、哦、那 sysfs 跟 proc 或者刚刚讲 process file system 是一样的、哦、他们称为叫 sudo、哦、sudo file system、哦、注意到有两个词你可能容易搞错，一个叫 sudo，这个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做 virtual 啊。这个 shoulder 跟 virtual 呢，这两个词呢其实是有差别的啊。我们现在讲 virtual 好了 我们会讲说 virtual file system 啊，对不对 ？virtual file system 啊，但是呢，我们会讲两个词，一个叫 virtual file system， 它是讲界面啊。Pseudo file system 是讲实作啊，所以这时候呢，你就要回到什么 ？Linux 核心设计，你们觉得头很痛啊，对不对？啊 ，Linux 核心设计不懂就搜寻 Linux 核心设计。那我们在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的时候呢，有讲过两个什么？有讲过一个系列一个讲座叫做档案系统啊，你可以先来看一下档案系统及实作手法啊，这个有提到什么呢？提到 virtual 跟 pseudo。好，这个词呢，怎么搞清楚啊？就是virtual 啊，我们讲比方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叫 virtual reality 啊，就是叫虚拟实境嘛啊。所以比方说最近这个防疫期间啊，这个防疫期间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就需要在家里嘛啊。那像我在成大的课。也开始不是停课了啊，就是我现在还是要上满18周了啊，所以就说我们就会需要什么？需要一些视讯啊，是一些啊。那这个你会听过那个？这太恐怖了，怎么会自己动啊？吓死我了啊！没了，这是啊，这图写字比较慢，吓死我了。好，就是这个你的直播也是有风险的哈，因为直播很多资讯都会揭露出去啊，所以啊，不止给你看到我平常在看什么啊，这是已经是一个风险了啊。那再是你看我只会操作一些电脑嘛，对你可能会连进去哈，所以拜托不要害我啊，我就没有，我不要 hack 我的电脑啊，我已经没有太多力气来做这些事了哈。好，回到这开始啊，就说我们搞清楚两个词啊，virtual 跟 pseudo 啊。那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虚拟实境啊，虚拟实境我们就称为叫Virtual Reality 啊，就说呢，它跟现实呢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在 Virtual Reality， 你可能有透过这个 Second Life， 对不对？啊，就是我可以创造个第二人生啊。但是呢，构成现实世界的一些要素呢还是存在的。比方说你在 Second Life， 你可以是买烟啊、买酒啦、啊，还是可以跟别人交谈啊。所以呢，它是一个现实一个一种什么一种虚拟手段啊。所以就说，我现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对应下来啊。但是呢 ，pseudo 就不是啊 ，pseudo 是看起来是真的，但它其实没有真的要件，就是说，所以要搞清楚两个词啊 ，virtual 是说呢，我建立一个真实世界的对应，所以你可能会，你可以想着说，像刚才提到 second life， 所以 second life 来讲的话你在现实中是有重力的，你现实中是有金钱的，所以在 second life 里面也是有金钱的啊。当然，你真实世界没有老婆，没有女朋友没关系啊，你就被 Second Life 也有啊，所以他就是想办法去做一个对应啊，但是原则上，他虽然看起来是假的啊，看起来好像东西都是空的，但是怎样，其实他是有对应的啊。那 Pseudo 呢就不是 ，Pseudo 是说他其实没有构成真的要件啊，所以他可以是真的是空的啊，所以注意到哈，所以我们会讲 Virtual File System， Virtual File System VFS， 也就是说呢。我去定义好一个档案系统应该具备哪些要件，好，所以我去规范这个要件，好，所以比方说我们在这个 open 啊、read、write 啊这种，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要件，好，所以像这个，好，我们去定义的read 啊、write 啊、open 啊，好，这种，好，所以这个部分注意到哈，这个部分就是所谓这个 VFS Virtual File System， 好，所以它把这些档案系统该有的要件定义出来，好，那但是呢，为什么还会有个东西叫 Pseudo File System 呢？Pseudo 呢？我的该去哪里？好，这个啊，你为什么有 Pseudo File System？ 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东西都空的啊。比方说呢，这个什么？比方说这个 Pseudo File System 呢，是讲说它为了特定目的存在的啊。像是什么？像是这个 Proc File System 啊，就是说它很多东西都是空的，对不对？比方说它的储存，它存在哪里？它没有真的档案，真的这个什么？磁碟空间存起来啊，那同理 SysFS 也是一样，它也是被认为一个 pseudo file system， 它不具备真的条件，但是呢，它符合 virtual file system 的界面啊，所以不要搞错这个词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工程师啊，就是不只是学生啊，其实工程师也是啊，就是因为词汇，就是
就是你知道很多词汇你就是记起来，你不会去管啊。比方说像 update 跟 upgrade， 然后一个叫更新，一个叫升级。哎，你说升级不就是更新吗 ？Windows update 也不是说 Windows upgrade，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去查一下字典，这两个词有很大差别啊。updates 跟 upgrade， 好，如果你没有把这两个词汇搞定的话，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在 apt 好，就是 Debian 啊、Ubuntu 不是都有一个 apt， 有 apt updates， 有 apt upgrades。那这为什么有差别呢？它就是有差别。好，但是很多工程师朋友其实会忽略这件事，所以导致说在阅读这些技术文件的时候，或者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搞混。好，所以搞清楚两件事。好，在 Linux 来讲，这两个词都有。好 ，Virtual 特别讲的是它的要素，它着重在界面。好，所以我们常常在 Virtual 会看到是界面层级的。好，比方说 Virtual File System 啊，或者是什么呢？比方说那个 virtual machine 啊，就说哎，我机器哪些要素我是有的啊，然后还有个另外一个 sudo 啊，比方说 sudo file system， sudo tty，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你可以打字啊，操作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 tty 啊，就 terminal 啊，但是呢有些东西我们就是 sudo tty， 比方说像这个啊，像这个，你看到这个整个画面。它其实就是 sudo tty， 为什么它是 sudo tty？ 因为你看，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视窗啊。但这个视窗呢，它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一个终端机，所以一定有个机制是创造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真的终端机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啊。真实存在的终端机其实很少啊。比方说你在 tty 底下啊，就我们之后可能有一个系列来探讨这个啊，就讲这个 tty 啊。所以比方说你对那个如果有接触过 Embedded Linux， 就接触到那个嵌入式系统的朋友，或者说接触到 Android 的朋友都知道，就是 Android 来讲话呢，刚开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中 TTY， 那这 TTY 呢可以让你去显示画面啊，可以去下一些控制码，就是控制这个画面的，那你就需要一个真正的装置。那一旦呢你的 X Window 启动了，或是你的这种 Graphics System 启动之后呢，你就不需要真正的一个 TTY， 那我就会用到这个sudo tty， 好，所以这个像这个pty 啦 ，pts 这种啊 ，sudo 的这个 terminal， 好，那所以呢，注意到呢，你在 Linux 来讲的话，就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有 virtual 跟 sudo， 好，所以在你知道 virtual file system 在意的是界面 ，sudo file system 是实作，但是它实作来讲的话呢，它有些东西还不存在，好，那所以我们来回来看，不是这个。好，所以比方说呢，这边来讲话呢，它就是我们会想要去干嘛呢？去揭露啊，透过 sysfs 去揭露一些 kernel 的什么，就是 kernel 内部的这个资料结构。好，比方说呢，你来看一下哈，这个它的这个，我们先忽略这个程式码，我们现在看结果好了，就是他想要去建立一个叫做 k object reference。然后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建立叫 KTNS， 好，所以来搜寻一下 KTNS。好，那你看哦，所以注意到呢，这个写法呢就不太一样了啊、哦。你看哦，这是 attribute， 啊 ，KTNS， 注意到 KTNS 没有引号的啊、哦，它不是自串的啊、哦，它是真正存在的程式码啊、哦，所以注意到啊、哦，这个 KTNS 它是货真价实的一个什么一个变数啊、哦。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好玩的地方是。你最终呢就可以去这样子读取出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 KTNS 啊，注意到哈，这 KTNS 是一个什么？我们最终希望啊，希望呢可以去 get 这个数值啊，所以我可以直接去取得这个数值，而且这个数值呢来讲的话呢，它被包装啊，被包装成 K object 啊，就 kernel 的 object 的一部分啊，所以这样子好处呢，你就不用去建那个表了啊，还记得刚才那个同学自己存的那个很丑的东西吧？给你复习一下，好，就当然你可能不觉得它丑啊，因为你没有看过更优雅的东西，你可能不觉得这个丑哈。然后再回想一下这个东西丑在哪里啊？先讲它好处啦啊，就是它用到 function pointer， 所以聪明一点哈。如果不用 function pointer， 你知道会做更蠢的事情吗？啊，如果不用 function pointer， 你会大量的 function code 会写在这里，好，传递这些参数，烦死了，对不对？好，然后而且只要这边有一个传递错误，可能就失效了啊，所以。他好的地方是他有想到这件事，所以他想到一个什么？他想到用 function pointer， 但是他终究是要建一个表格，所以这个表格呢，你必须要写文件，
告诉使用者说，哎，我的表格是怎样这样好。而且这已经不是写文件问题嘛，就是万一文件跟程式码没有对上呢，改了程式码忘记改文件，或者改文件忘记改程式码，这导致什么？导致这个对不上的问题。好，而且麻烦的地方是说，如果这个今天输入东西是一个字串，那这个字串不就这边会出现一次，这边也会出现一次，这不是很麻烦？对，所以但是反过来说，你可以用到这个什么 SysFS 呢？这很有趣的地方哈。你看哦，它这边来讲话呢，我多给一个 attributes， 好，注意到哈，这个 attribute 呢是货真价实的一个什么有效的一个变数，好，所以我就有效变数，所以我可以去指定它，好，那我可以去更新它，好，但我内部来讲话就是跟西元的一般的那个变数一样可以操作，但是这个东西最终会揭露出去，会透过 SysFS 揭露出去，所以你发现这件事有趣的，所以你就可以透过 SysFS 优雅的把这个 kernel 资讯揭露出去，好，而且 SysFS 呢可以设定成什么，可以读取也可以写入，好，所以你可以去看 SysFS 的一个操作，好，所以如果呢这个同学呢可以这样子做的话，就可以更优雅的一个操作，好，所以注意到哈，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你会觉得我好像批的一无是处，好，但是注意到啊，其实我们在工程上去探讨一个有没有更 elegant 啊，就是更优雅啊，更甚至是更一个直观的一个实作啊。那一样的状况呢，你可以去看哈，就是比方说这个 SysFS 底下哈，其实它有非常多这个资讯啊，这个资讯量很大的哈。比方说给你看这个资讯少一点啊，不然你会看到会头晕的。好，比方说这个，在这边来讲的话呢，你看到，哦，这个 sys class，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class 来讲，比方说这个 thermal， 好， thermal 就是什么？ thermal 就是那个温度计，好，所以比方说这个像我这台 Intel， 不是 Intel， AMD 的这个处理器呢，它里面的那个风扇，好，它那个散热状况就很紧张嘛，因为过热，好，因为过热的话它就会这样，过热就不是我们预期的哈，那但是呢，我们就可以要求哈，我们就写一些 driver， 好，当然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哈，是 MD 好，或是相关的那个kernel开发者就开始开发一些 driver， 好，所以呢，这些 driver 一旦写好之后呢，它就可以透过这种资讯把它揭露出来，好，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冷却的系统啊，而且呢，每一个 core 呢都可以看到，这样看到这个它的那个它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好，所以呢，你就可以相当于是操纵一般的这个档案一样的操纵啊，你可以去读取啦，你可以去写入啦，啊，好，但是最酷的地方是什么呢？最酷的地方是你在 kernel 的 driver 里面不用特别去写，不用去写什么刚才跟那种对照表，你只要去透过那个方式去揭露就可以，透过什么？透过这个 SysFS 的方式去揭露，所以你看我注册的时候只要这样子注册就可以，然后去注册一个 kernel 的kobject 的 attributes。然后搭配一个对应的这个 macro， 好，那这边给大家提示啊，就是 Linux kernel 的 kernel API 啊，其实有一段时间会改变，好，就是其实蛮常在改变的，好，所以如果说你发现这一段程式码在你的环境编译不行的话，好，那你可能要去看一下网上一些讨论，好，因为 kernel API 会改变，好，像 kobject 这种东西会改变，好，然后呢 kobject 的话，你可以大概可以发现什么事，好， kobject 就是所以 kernel 做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包装，好，然后呢，既然讲到 kobject， 我们就kobject 跟 sysfs， 好，所以注意到哈，就是我们来讲一下的观点哈 ，sysfs 跟 proc 或者 process file system 最大差别是 proc file system 着重在讯息的揭露啊，或者说从 user space 得到资讯，好，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原始的操作，单纯的操作，好，那 SysFS 呢关键地方是什么呢，它就是要揭露 kernel data structure， 好，所以呢我可以呢把很多执行时期的资讯，好，注意到哈，执行时期的资讯揭露出去，好，比方说这个我这个每一个 thermal， 好，所以每一个 CPU core 它的冷却装置怎样，好，然后呢包含说我上面的这个装置，比方说这个有一个什么 USB 的装置，好，我在执行时期呢就可以揭露出来，而且呢，包含说我是在哪一个节点，比方说我这个 SIGASI， 好，所以你看我有个编号0的跟编号1的这个装置，好，我就会揭露出来，然后每一台电脑可能会不同嘛，因为它每台电脑的周边，好，会不同，然后或者它现在挂在那些装置啦，好，会有不同装置啦，好，比方说这边有这个 ATA 的装置，好，然后这边有
网络装置。好，所以你看啊、哦，这边 net 好几个嘛，好，这边有个 vnet 啦，然后这个 br 呢是 bridge 意思啊，就是那个桥接，网络的桥接。好，你可能要看一些资料。那如果说你对照看一下这个这边，好，所以哎，显然的嘛，哎，这里有看到就看到 vnet 的表而已，就刚才看到那个 vnet，visa， 好，这个好。那 Visa 就出现，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显示的那个这些网装置，它就跟着显示哈。那同理就是说上面的什么 SCSI 装置啊哈，而且这些东西呢就是接入出去。那这个kernel 的资讯既然要接入，而且提供个一致界面，所以你发现它其实也是用到什么物件导向的设计。对，不要怀疑，它就是真的物件导向设计哈。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讲座，你所不知道的 C 语言啊，那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物件导向层设计。那注意到了 C 语言，它是一个工具，它这个工具呢可以让你作为电脑的主人跟电脑沟通啦，你可以去描述你所想做的事情，对吧？好，那物件导向呢，层设计呢，它只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态度，它是一个策略。好，所以比方说你去包装，好，那在 kernel 来讲话呢，就有一个东西叫 key object。好，那注意到呢 key object 是有一个 reference counter 的。好，所以注意到哈。比方说这个有一个什么 reference counter， 对，好，这个有个 reference counter， 所以我看一下，哦对，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它的 reference counter 就是它会只做这个，就是会做个计算哈，所以它会做这个 reference counting 哈，那一旦 reference counting 成为零的时候呢，这个 k object 它会自动会被释放掉，好，那至于这个东西怎么实做呢，其实难度还蛮高的哈，所以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哎，不是之后，我们之前就有一个随堂作业啊。如果大家有注意看到，我们在那个第三周、第四周的时候呢，啊，就是会有一个不对，我们从那个第二周的作业就好，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好，那个作业都有一些相似度哈，就是跟那个 reference counting 有关啊。那注意到呢，在 Linux kernel 里面 reference counting 是很常见的啊，就是如果你是比较熟悉那个 Windows 的朋友啊，你第一次看到 reference counting 应该是在 Microsoft 的那个 COM 的技术哈 ，component object model 好，那里面就有讲到什么 reference counting 好，所以比方说这个 ATL 好，这个部分好，大家注意到这东西不是只有在 Windows 出现哈，的确我第一次接触到 那个 reference counting 的时候，大概也是在1995年吧，那时候我在学那个 Windows 的程式设计的时候，那个有接触到这些一些概念，好，在95年，好，然后那个我97年接触到 Linux 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好玩。97年的时候 Linux 还没有 reference counting 啊，那但是呢，在后续的版本啊，就是那时候就有那个在对 reference counting 在那个98年就有哈，那所以我那时候在。因为我是先学 Windows 的那个程式设计啊，应该很多人都跟我路径很像，就是先学 Windows 程式设计，再学 Linux 啊。我说工程师朋友啊，学生就没什么差别了啊。学生这年头如果还学 Windows 技术，可能会觉得跟就业会有影响啊。但是很多人都是这个轨迹的啊，就是先学 Windows 程式设计，然后呢学了一段子之后，发现，在 Linux 上其实有很多概念是重现的啊。那特别是像这个 reference counting 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来讲话呢，在 kernel 里面就会去追踪啊，追踪这些k object 啊。那一旦它的 reference count 成为零的时候呢 ，kernel 就会自动去销毁啊。正确说法是它会去 reclaim。好，那 reclaim 这个词呢，其实不应该翻成回收啦啊，应该是比方说像就是回收是它其中一个意思啦，但是你不能只翻成回收啦，它可能有它的意思很多啦，比方说召回啦，或是夺回啦，或是重新声明，就像它这么字，就说重新声明它的拥有权，比方说一个小狗，小狗那个它会去尿尿，对不对？去宣张它的什么地盘，但是呢外面有一只狗进来了，那这个两只狗呢就跟这个怎么就打架啊，那后来的这个新来的那个狗呢就被打输了，那打输之后呢这个那狗狗呢就要干嘛？原本那个地主的狗呢就要干嘛？就重新尿尿，对不对？宣称它的什么地盘啊，就大概这个意思啊，就是它的领土呢曾经有段时间缩小，因为外来狗进来，但是后来打赢了外来那只狗啊，那当然也有可能颠倒状况嘛，就是原本有只狗，对，然后就是黑狗啊，然后呢后来有一只什么狼犬进来，对不对？就狼犬打赢了啊，所以他就 reclaim 啊，所以他也会做 reclaim 啊，所以为什么说翻译成回收不好啊？因为
因为其实那个什么，跟字面上的意思还是有一些差别啊。不过你还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说它是会有这种资源的这个重新配置啊。好，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就是 reference count 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搭配刚才讲的 SysFS 好，做一个更优雅的实作啊。所以你可以去想啊。那这边同学呢，用 SysFS 呢，他的想法是这样啊，就是他想要避免啊，用到 print k 啊。我们注意到原本的程式码啊，原本程式码，原本程式码其实用到 print k 的地方蛮多的哈。来看一下啊 print k 呢是你在 user space 用 print f 啊，那在 kernel space 用 print k 啊。那你看我们这边在 print k 的地方用的地方蛮多的哈。那你看这个地方在这里有一个，然后这是哪里呢？这是 write 啊，proc 的 write。然后在初始化的时候也有，对不对？好，那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哦，就是什么呢？比方说，对，像这边初始化的时候，我们都有加上哈。然后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对效能啊，其实都会有影响啊，因为 Print K 其实它的成本哈，成本其实比各位想象中的大哈。比方说在 User Space 的 Print F，它原则上呢，我们来看一下 Print F 哈。好，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这个如果你没有加三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哈？没有加三的话，会跑到一啊。一的话，它是一个 Command Line 的工具啊，所以你看 User Commands 啊，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讲 Command Line 啊，然后所以你要等三啊，三表示什么？三表示 Library 啊。好，那所以呢，注意到呢，在这个 Printf 来讲话呢，在 User Space 的 Printf 来讲话，它的成本啊，它的成本呢，就是它就是原则上它是会有一个 buffer 啊，所以它这个有这边会有 buffer 啊。然后在 User Space 的 Printf 来讲话，你好像不会觉得有什么巨大的一个成本啊。因为它是有 buffering 好，然后一般来讲是在那个像 GDBC 啦，或者这个 libc 的这个 runtime 啊，去特别处理的啊。但是在科目的那个 print k 啊，这东西就比较小看的啊。print k 呢，其实它在特定的情况下，它对效能影响是超级无敌巨大的哈。它背后呢是一个 run buffer，先提出一个新的 run buffer 啊，就是。我们会想象 run buffer 的那个 run buffer 的作用。run buffer 呢，就对，就像这个啊。然后，但是我找一个比较适合讲解啊，像这个啊。所以呢，你看到，如果你用 run buffer 来实作生产者消费者啊，那它是用来说明这个生产者消费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因为你的空间啊，你的空间是有限的啊。比方说，现在口罩，对不对？口罩呢，不管怎样，就是加大这个生产线啊，每天能够制造就那么多嘛，对不对？但是这个需求那么大，对不对？啊，或是卫生纸，对不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堆人会有七卡称啊，对，啊，就是对，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卡称的需求，对不对？啊，就是莫名其妙啊。好，那总之就是说，就是总是有人觉得他卡称很需要什么？需要这个需要被照顾啊，所以他就需要去卖场买那个什么卫生纸啊。可是呢，这个卫生纸制造毕竟它有这个，就是毕竟它有它的那个难度嘛，而且有它的专业。你不想要，你不想要用不纯洁的东西来当卫生纸嘛，对啊，就是，所以呢，这个还是有一个什么制造上还是有它的那个难度跟它的那个，不是随便要加快就加快，不是说市场需求它可以做出来啊。所以呢，就会有个制造者。啊，对，好，然后再一个生产者，好，那最重要的是 run buffer 它是一个 bounded 啊，就是它是有范围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透过什么，透过两个箭头的控制，那这两个箭头呢是一个什么，一边是 read，一个是 write，好，然后呢，我顾名思义就是 run，就是什么，我就是 read 跟 write，我会去改变它的那个数值，好，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run buffer 来讲的话，唯一少数需要 lock 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更新 position 啊，就更新 read position，更新 write position。我这边需要像是用到 atomic instruction，或者透过
mutex 这样的去保护。好，但是 Cola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几乎可以做到 lockless。 好，所以注意到啊 ，Run buffer 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lockless 的一个实作方式，或者不管 lockless 也好 ，lock free 也好，哈，就是这个 Run buffer，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lock free 的一个实作模式。好，那关于 lockless 的 lock free 啊，我们在这次讲座没办法探讨啊，不过在之后的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好，那我们会专门来探讨这个 lockless。好，那这个也是在 Linux kernel 啊非常重要啊，就是你如果去找 Linux kernel， 再找 lockless， 好，这东西呢可以让你很倍感挫折，没有40000多个啊，因为还没查完，你看还找什么？还有 lock free 啊。那你看，哇，天哪，这什么东西啊？700多万笔啊、哦！然后又出现 Linux 核心设计了哈、哦，这个不意外哈、哦。好，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它背后啊、哦、有很多那个思维啊、哦。那总之呢，就是我呢要去维护这样的一个什么，我要透过 Run Buffer 啊、哦，那去就是跟它的那个 Print K 有实作有关哈、哦，因为它事实上它的那个空间是有一个，它有它的限制的啊。哦，所以呢，注意到就是说，我们 print k 最终显示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些啊、哦，这些讯息。那你们发现哦，这些讯息跟讯息之间，最前面是 timestamp， 对不对？好、哦，就是说这个显然呢，这种这上是上面有个时间，下面有个时间，对吧？好、哦，那而且这个讯息呢，这个传递过程中呢，这个输出过程中不会被截断，也就是说，这个 audit 虽然你不知道它在干嘛啊、哦，但是呢，这个讯息是一定是完整显示出来。好、哦，不要小看这件事啊、哦，再讲一次啊。你看到、哦、这个讯息，这一道讯息跟这一道讯息，它不会交错，就是不会 interleaving， 不会说AAA BBB CCC， 好，就是这种交错，不会，好，它就是这一道讯息，它是完整输出的，同理上一道讯息也是完整输出的，好，所以肯定呢，print k 它过程中一定要有嘛，也有 mutex lock， 对，不要怀疑 print k mutex lock， 它就是有，好，所以呢，你要知道我每一道那个什么。像这边就有一篇文章哈，就是讲嘛，讲那个 print k 哈，它的成本比你想中的大很多啊，因为你在 user space 用 print f 的时候，你只要管那个 buffer 就好，好，你顶多去想说什么那个多执行序的情况下，我要怎么去保护我的 buffer， 啊，你大概想这个问题就可以，但是在kernel space 你想事情可多了啊，因为我有一大堆 kernel driver， 我有一大堆 kernel 的讯息要输出啊，那我要怎么确保说我单一的讯息是一个前面有一个时间戳记，然后后面有一个讯息，然后不能被插断，而且我还要透过这个 Run Buffer， 我有生产者跟消费者，就是我一边是要求说我要印一大堆东西，然后之后我真的印出去，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 Run Buffer， 然后这个东西呢对效能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你看在2019年还有特别人去提出什么，这家公司你可以特别记一下，这家公司是不大，这家公司就是大概十几个人的规模，但是它对 Linux kernel 的贡献非常巨大，它是叫Linutronics、哦、那 Linutronics 来讲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跟 Linux kernel 效能有关的、哦、或是跟 real time 有关的、哦、就是这家公司在贡献、哦、那 Linux kernel 的这个什么hard real time 的一些基础建设、哦、还有跟那个什么时间啊效能分析有关的东西的那个就是来自 这家公司、哦、在 Linux kernel 来讲的话，你会看到很多那种很不对等的，就是会有超级小的公司、哦、像那种 Linutronics、哦、那 Linutronics 的老板就是这个 Thomas、哦，他的托马斯就是，你可以去，你可以搜寻一下，他女儿很正啊，不，就是别乱讲哈，就是这个，就是他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那个那种大叔哈，那个但是帅气大叔哈，那看起来就很像老师，就是老师一样，对不对哈？就是，然后他讲话呢，这非常慢啊，但是讲话呢很猛啊，就是，哦对的，这个你可以去 Google 搜寻那个，现在很棒的地方是都有那个什么，都有影片可以看哈，你可以去听他演讲哈，就是这种大师听他演讲哈。会获得蛮多启发的，那他自己就经营了这个 Linutronics， 那这家公司，然后这个就是他里面一个工程师 在做，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Linux kernel 就贡献超级小公司，也有很大的公司啊，像这种就是好几万人的那个 Google， 现在多少人，8-9万人，那所以呢在 Linux kernel 的贡献者就很有趣，就很两极啊，会有很大的，会很小的，那当然中间也是会有啦，就是说没有，就 很少会有那种分化很两极的啦，好，那总之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千万不要小看 print k 的成本啊。所以，刚才那个同学呢，就做了什么事？好，他就是想，他想到说，哦，对，这托马斯的女儿为什么很正啊？就是因为之前
那个托马斯办研讨会的时候，我也去参加哦。然后那个柜台啊，柜台那个不是要登记嘛？好，就是去那个什么，就是登记的那个小姐嘛。好，那我就印象深刻，哇，这个让我知道那个日耳曼那种典型那种什么漂亮妹妹那种哈，就是金发啦，很漂亮啊。然后后来那个就是反正印象深刻。后来参加另外一个研讨会啊，那就反正你知道这些科诺开发者就相互亏来亏去哈。那托马斯呢就在一次那个座谈的时候，他好像就跟 Linus Wass 啊，然后在讲哈，那的对话对到一半的时候呢，就讲说，哎，我女儿现在在读那个读 Computer Science 啊，然后就是也在做工程师，哦，他已经念毕业了哈，所以才发现，什么那个就是原来那上次那个柜台那个妹妹就是他女儿啊，对不对？哈，啊，还好没有去亏他，不然会被 Thomas 打死了。对。你知道我还有求于他啊，就是因为我很多kernel的问题需要他来帮我解决。好 ，anyway， 就说呢，这个同学呢，他就用到这个 SysFS。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了解kernel啊？其实不只是为了解说，什么写 debug driver 而已哈。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像刚才这个程式哈，其实很多公司都有这种需求嘛。你看在台湾的这个联发科技啦、Novatek 啦，对不对？哈，或是 Realtek 哈，这些都有什么 Linux driver 的开发，但是为什么往往我们台湾的这个 driver 被批评说品质不够好啦？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 ，kernel 已经提供很多机制，但你没有照着 kernel 的机制去做，你只是为了要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那你没有用到这个社群或者说开发者的那些所期待的方式去进行，而且你少沟通，其实一开始做不好真的不可耻。我们在这门课希望带着大家做这个概念说。我们多犯错啊，就是多做实验啊，但是最后归纳或者专门去想啊，我们去交流啊，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code review 啊？好，然后既然讲到这个同学呢，我们就顺便来看哈，就来看说这个同学呢也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他也就是刚才前一个同学的做法是把 big num 啊，就把我提供这个 big number 的这始作人整合到 Linux kernel 去啊。那另外这个同学做法是去参考啊，就参考给的 big number 哈，把里面的精髓啊，把那些好的地方抽出来啊。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啊，因为就是说，一个是只会用啊，对不对啊？就任何人都可以把一段程式码复制下来啊，但是你可以把它改到会动，这也是一个贡献哈。因为光是这个贡献，你就可以去很多竹科的公司啊，台湾多科技公司做啊。但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是说，你从过程中再把它特殊值得学习方萃取出来，因为你才知道人家好在哪里，不是照全盘接收哈。就像这个 big num 哈，注意到 big num 里面有刚刚提过，它的在 cache 哈，在它的这针对这 cache line 还没有做一些调整哈，而且它的实作其实还蛮乱的哈。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 big num， 给大家看一下程式码大概多大呢？其实还是有点大哈，就是总共还是有一千多行哈。那而且更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更讨厌的地方是在里面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程式码，像是这个，对，不要怀疑，就是它还是有浮点数。为什么它会用浮点数呢？啊，对不对？只有一个地方用到浮点数啊，但光这件事就让你头痛了，这什么鬼？好，你可以去想一下这什么鬼啊？这个简单就是说要去表达数值需要，就是要做数值表达啊，要表达这个数值呢需要几个什么？几个 bits 啊，去个表达的这种机制啊，所以它这边有个对数那个一个运用到对数的这个运算啊，那一样很像这个啊，所以你看到光是这个程式码其实有个很大问题啊，因为它内部呢是用二进位做运算，然后呢最后输出的时候呢是用十进位做输出啊，那其实呢你就会无可避免就要去传递到这些事情啊，那当然在这边来讲的话 big number 的这个处理啊。来实作来讲的话，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思维是什么呢？就是我内部呢都是二进位，好，那我算完，那我透过某一种方式传递到 user space， 好，那 user space 自己去把那个格式解出来，也就是说我内部呢是用二进位或者十六进位，不管用什么鬼做运算，好，那我把这个需要转换的地方呢交给 user space 做，好，为什么？因为在 kernel space 重点是计算嘛，好，所以你就想到，哎，这件事有点像什么？下订单啊，所以我就一直下订单。然后呢，user space 收到这些回复的时候呢，他自己能够解析，他就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分析的运算分摊给什么？分摊给 user space 啊，所以这样的话 ，kernel space 的成本就降低了啊。
那对 user space 来讲的话，成本没有增加太多，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要解一个字串，解两个字串，解三个字串，我可以共用都是同一个程式码，好，对我来讲，我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的开销，因为我真的关键的地方是什么？真的关键的地方是 Fibonacci 的运算，好，那至于说二进位怎么转十六进位呢？说真的，这个地方很可能不需要放在 kernel space， 好，这个就是一个思维上的一个改变，好，而且这样的话，我可以避免用到浮点数，好，所以你看到我在 kernel space 全部都是在二进位运算。哦、所以我不用管什么浮点数，但是呢，在这个要输出的时候呢，因为我要知道说我需要配置几位元来处理啊，哈、哦，那我这个在这个就是要把那个二进位的东西转成十进位，对不对？好、哦，那这个东西在什么？让那个 user space 做好、哦。好，那这个同学呢，就用这个方式啊，就是说他就参考 Big Num 的这个实作啊、哦，然后呢，他发现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发现好玩的地方是。哎，其实呢，这个是有进步空间的啊、哦。这个好玩的，你看到，他就做这个修改，就这样啊、哦。做这个修改呢，他就让这个原本执行时间呢需要0.346秒啊、哦，可以进步到0.201秒啊、哦。那这个你看到、哦、这段程式码，对，不要怀疑，就是改两行啊、哦，对不对？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你小时候听过那故事嘛？什么车子拿去修，然后呢，然后那个师傅踢两下，然后车子呜呦又启动了，对不对？好，就类似那种故事。好，那这边呢在做什么事呢？发现看 GitHub， 好，不要乱讲啊！我这个应该没有看到我的 PornHub 吧？哦，我很紧张啊，我每次直播都要看一下的哈，但是来不及清那个什么，那来不及清那个清那个同学的那个，来不及清这些历史记录啊，顺便看在这个部分呢哈。这个地方为什么它会快？来思考一下啊，思考一下这个。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啊，就是说，在这边啊，你看哦，这边呢原本是用到什么？用标这边是需要用到一个 PT 指标，对不对？好，指标的一个操作啊。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呢，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同学发现什么事？其实呢，这个部分呢，我不需要做重复的运算啊，所以你看哦。这边来讲话呢，这边也会有一个什么？这边会有 reference 的动作，好，然后你看这边 A 的值、B 的值有相加，好，再加什么？加那 carry 啊，那个进位，好，然后呢进位再重设，好，然后呢这边的技巧在哪里呢？注意看这个，好，所以呢我这边先做这个加法处理，好，然后呢来做什么？接着这个是做判断，好，所以这边来讲话，注意到哈，这边 carry 来讲的话呢，它一定什么是零，就是。False over true 啊，就是它只有真的跟假的，那真的跟假的对应到就是一跟零啊。好，那同理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呢就是什么呢？这里啊，所以注意到哈，这边来讲话呢也是一跟零来加什么，就是它做这个必要的一个运算啊。那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这个这样的话呢，其实我整体的这个运算成本呢是降低的哈。注意再重新看一次啊，这边有一次加法，对吧？好，然后呢，这边呢还是有加法。好，那加法之后还要做判断。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讲话呢，这边的关键是什么呢？这边呢是做了加法，没错，对。好，但是怎么？但是呢，我这边来讲话呢，我就是这边回去的这个 assignment。好，所以我事实上呢，整体的那个运算呢是缩小了。好，那不要小看这件事啊，其实这个运算数值是有差别的。好。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的哈，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他后来遇到一些问题啊，那这个还可以再讨论啊。所以注意到呢，就是说过程中呢，这个同学也做一个量化分析啊，分析什么？分析说耗费在 kernel 的时间啊，以及说这个以及说在 kernel 传递啊，比方说刚才讲这个 kernel to user 啊，像。刚才讲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啊 ，FIB copy 啊，你们可以刚刚说这边有什么 copy to user 啊，它其实用了两个哈，这边有 copy to user 啊，还有 copy from user 啊 ，copy from user 是什么？就是刚才 poke physics 还记得吧？好，你去 write 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从 user space copy 过来啊，所以但是注意到这边 copy 过来，原则上它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字元啊，或者是一个连续的记忆空间，它不是一个数字啊。因为在 kernel 传递的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连续机体的方式去传递的啊。
然后所以呢，这边来讲的话，他这个同学呢就做什么事呢？他去量化分析啊，分析说这个kernel to user 的那个的 latency 啊。所以注意，他这边有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干扰因素存在，比方说 interrupt 啊，啊，比方说比方说那个 affinity 这些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去关注探讨的议题。好，然后呢，接着他把那个数值拉大啊，所以你看到一开始数值小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就摆在这边，对不对啊？那后来呢，就是他把这个拉大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哎，这个数值就算增长了 ，kernel to user 呢，其实它的耗费成本是有增加没错，但是不明显哈，就是基本上我不能说它是常数了啊，注意到哈，你不能说这东西看起来平平的就是常数啊，其实不能啊，你只能说什么？你只能说在这个范围内，比方说到一万的时候啊，它的数值呢没有明显的增长啊，你不能说它是常数，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一万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啊，注意到啊。一万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是很 tricky 的。好，比方说，我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哈。比方说，我们之前做一个研究，比方说，让我想一下啊，找不是找这个了哈，是找 open source summit， 啥是东西？这是19啊，这个好。比方说，我们在2007年，我们有发表一个在 Linux 基金会所办的研讨会，我们有发表我们之前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就在讲这个机体的配置的成本啊。那这个特别是在 Mission Critical Linux 啊，那这就是你会听过 Embed Linux， 就把 Linux 用在这个什么嵌入式系统叫 Embed Linux 啊。那 Mission Critical Linux 是什么鬼呢？就是如果你把 Linux 用在人造卫星啊，用在火箭啊，这个特别要讲我们这个 Ark 啊，最近就要发射了，有没有很期待啊？它里面就用 Linux 啊，太酷了，对不对？好，就是有没有很期待？而且用的是这个 PrintRT 啊，然后注意到 PrintRT 呢，就刚刚讲，不是刚刚讲 Thomas 啊，就 Thomas 就是 PrintRT 的这主要的什么这个开发者啊，所以不能得罪他，对吧？好，还要我们去亏他的女儿，吓死我了啊！好，那所以呢，这个这种东西我们就称为叫 mission critical Linux。好，那因为它对这个时间、对这个任务的可靠度掌握那个要求很高。好，那我们过程中也发现哈，我讲的我们是在这个好，我们做这个 Arc 啊，对，顺便讲哈，就是我们在成功大学啊，我们成功大学也有这个也有做这个。之前有个东西叫 QB50 啊，那 QB50 的话是从2012年开始哈，就是欧盟啊找了世界上50间好研究机构，那其中就有包含成功大学啊，那所以我们成功大学就是有成功的把人造卫星就是运作啊，那它就是我们称为叫 QBSat 啊，那 QBSat 不大哈，就是大概多大呢？那个 QBSat 啊，就大概跟这玩意差不多大啊，就是这个大小啊，这个不是大象的大小啊，是玩偶的大小，就是你想要这个 QBSat 就差不多这么大啊，所以就差不多这么大的那个东西呢，就可以讲就可以变成人造卫星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一个创新哈。那所以我们这个很荣幸啊，我也被找进去做这个 project 哈。那所以就是所以这个我们那个我们人造卫星呢里面的哈，那你就要想哈，它里面要做很多这种科学运算啊，它要做很多那种必要的处理哈，它甚至还要推进哈，就是说你可能透过 SpaceX 啊，或者其他公司的或者其他的这个官方的机构的那个火箭啊，推射进来哈，但是你要进入轨道哈，那你需要一个推射哈，然后呢，你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要销毁哈，那所以你其实一定的推力是要有的哈，然后再是你可能有看到什么太阳能板啊，然后还有一些讯号的收集啊，然后人造卫星跟地震的侦测是有关系的哈。对，你不知道在起什么鬼啊？人造卫星，地震，对，不要黑这个啊，你可以去查一些新闻哈，就是说这个地震呢能不能被预测啊？那就是会有一些像这个地震电离层之前的这个前兆跟同震啊，那就是在这个遥测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所以如果呢我们 Linux 在用在这里面呢，其实要考虑议题啊是真的蛮多的哈。
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过程中呢就开始发现，其实记忆体管理哈，其实是有影响的。好，那比方说呢，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说，有很多不同的实作，好，那 GDB 其实 Linux 内建的那个实作哈，那就是它 scalability 很差嘛，就是我 thread 越多的时候，我的改善幅度是很低的哈，所以这条线叫做什么 scale up， 好，所以你看，哎呦，这个东西好棒啊，对不对？哎呦，改进好多、哦，改进好多、哦，对不对？好，哇、哦，好棒啊、哦！但注意到啊，它可能会遇到一个 collapse， 就是什么？就是它的执行率，你看48核以前，哇，大家都好棒啊，对不对？好，但是48核以后呢，叮，你看有大崩坏，你看大起大落，对不对？造神嘛，台湾就造神嘛，对不对？什么神都跑出来，然后叮啊，为什么呢？所以注意到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到哈、啊，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啊，所以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什么？你比如说，哎呦，这看起来是常数时间，有些同学就讲都是常数时间啊，你只能说，依据目前的观测，它是什么？它是这执行的成本啊，是相似的，你只能这样讲啊，你不能说它是常数。什么叫常数时间？常数时间是说，你这一次、下一次或者规模增加都不会有差别啊，事实上不然，为什么？因为现在数字还是很小的、啊，就是那个 Fibonacci 那个计算啊，那个数字还是很小的啊。如果说你把刚才那个数字带进去，你带个什么300万啊、哦、带进去，你看会发生什么事啊？它只要跨越的 page 够大，其实那个 memory 效应是会出现的啊。所以注意到啊，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说它是什么，它是常数时间啊。好，那这要怎么去看这条线啊？这条线呢就很重要。有趣的啊，所以这条线的分布啊，注意看啊，这个分布跟还记得刚才前面的同学那个他的一个分析的状况吗？来交叉对一下。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去探讨这个，好，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增长啊，增长的趋势跟什么？跟这个趋势啊，所以你会说，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陡啊，你看这个东西啊，看起来比较缓，对不对？啊，看起来比较陡啊，但注意哈，那个时间轴不同，对不对？啊，这个时间范围不同嘛，这边是到10000，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我这边只到什么？只到3000啊，所以呢，这个张图呢，其实只是对应到，就是刚才这张图呢，其实只对应到在哪里？3000，所以3000看起来是 OK 的，对不对？但是后面呢？怎么样？后面会有这个这么大的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探讨，就是说中间呢还有没有最佳化的空间啊？就是第一个是在演算法或者在实作手法上啊，再来是说呢，整个机体的开销或者 cache 的效应，整个 cache 上的那个因素呢，我们要不要考进去啊？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因素在里面，但是我不需要把每个因素都考进去，有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也是我们在学习这个。系统的啊，会这个要特别去思考的啊。好，那有一个同学问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啊，说这个为什么这个48核会跌落神坛啊？就是你要把简报看完嘛啊。那简单说，这是后面有讲啊，就是说这个因素啊，其实很大，别是这个 unstable locality 跟unstable latency 哈、啊，这个影响哈、啊。所以像这个 pipeline branch prediction 跟 cache 的影响啊，其实这个冲击都有啊。那当然也知道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嘛，要先把别人批评一下嘛，然后说，我们都想棒棒啊，给你欣赏一下，我们都想棒棒啊，说像这个好。那当然这个东西呢，好棒棒也是一个前提啊，你不后来可能做到全方位的好棒棒，其实还是需要一个需要一个策略啊，所以注意到这个策略哈。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提到，就是说其实你需要一个对应到 threading model 啊，然后对应到。现代处理器的那个行为哈，那我们在这个之前还有个研究哈，那现在这个 paper 还在 review 哈，那简单就说呢，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更希望目标更大的哈，就是我们考虑更多核哈，因为现在多核处理器真的很便宜啊，就是像这种商用的机器啊，我们开始不是我们我讲说这些工业空本来是太空规的啊，商规的东西啊，就我讲说应该是什么？原本是太空规或是工业规的啊，工业规格是不是太空规格的啊？我们现在开始用一些商业规格。什么叫商业规格？就是这个啊，你每天用的手机啊。所以注意到，在我们这个 project 其实有趣啊。我们在之前那个2017年打上去的那个哈，打上去的那个人造卫星哈，就是那个凤凰号哈，就是成大的这个 Phoenix 啊，
不知道为什么叫凤凰的话，自己去搜寻啊，打成大凤凰，凤凰剧团或什么之类啊，就打凤凰啊。那反正总之就是这个成大一个那个一个商一个形象啊。那总之就是说呢，我们之前呢是用工业硅、太空硅的哈，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改用那个商硅哈，所以像 ARC 哈，就是最近会有些新闻啊，请你关注那个 ARC 的粉丝专页，我们终于要打火箭上去了哈。那所以这个就是用商硅。那所以商规用的东西就跟你每天用的手机是一样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因为表示说我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好的效能啊、哦，多好，跟你手机一样好啊！你手机其实已经超过你的平常的需求了，你看你不在这，你做事情还不是对不对？还不是只是上网啊，打一些什么赌篮教对不对？好，愤怒鸟那种东西对不对？好，但是那个对火箭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其实太空规。很多都只有单核，像这个我们之前火箭打上去的啊，它就单核，运算能力超废的，就跟你20年前用的电脑差不多啊，还是啊，不是比你20年前用的电脑还废，运算能力啊。那但是你现在如果说用可以用那个手机当做那个什么，不管是人造卫星啊，或是这个火箭啊，那其实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就是不只是成本啊，那最重要的是你的那个技术啊，你可以用到最新的那些。比较新的技术可以运用进来哈、哦，那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研究其实关键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设计这样的一个机体配置，好，其实你要考虑到像刚才讲的这种 stability 啦，好，然后再是那种latency 啊 ，locality 这些议题哈，这其实都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学系统啊，其实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学系统的时候，可能没办法像其他一些专业。很酷炫啊！什么人工智慧来猜什么什么预测什么鬼东西啦、啊，然后那个预测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医疗的啊什么的哈、啊。但是就在特定的时候会有需要嘛，比方说有人就是要做火箭，对不对啊？那就发现哎，做火箭需要一个作业系统，就来找我啊，不就来找你我这样的哈、啊，学有所长的人啊。那或者说哎，就刚好要做人造卫星啊，好，刚好要做什么东西啦、啊，就是你看我至少我的专业不是做火箭啊，我的专业不是做人造卫星，但是它里面显然需要做一系统，显然又需要去调，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我们做系统人的那个机会就在这里啊。那当然了，做火箭真的很难啊，所以你看这个挖掘啊，这个射火箭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就是有太多物理的东西要去处理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作业系统在整个系统设计的观点啊，至少可以带一些突破啊。好，那所以呢，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呢，在这过程中呢啊，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议题啊，就是很值得去让大家去思考啊。所以你不要只是看在这个部分啊，其实要看的是什么？是这个三千以后到底会不会像这样啊？这个是要特别去分析的。然后呢，再快速瞄一下一些同学的一些成果嘛啊，比方说像这个同学，所以其实光看同学做的东西，其实就蛮有趣的啊，但是你一定要去写程式啦，你一定要去动手做一次啊，不要只是和尚看春光啦，你就是觉得哇、哦、好有趣啊，但是对不对？但是你还是没有什么参与感啊。好，那比方说呢，像这个什么，现在这个这个同学啊，一样一开始呢用那个 face doubling 啊，然后呢他就测量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看这个落差变化很大，对不对？就是face doubling 在这里啊，那上面是。原本用那个递回啊、哦，然后他特别用那个 tail regression 啊、哦，那 tail regression 的话，在那个可以让就是很多编译器，比方说 GCC 啊、哦，是可以对 tail regression 的程式做最佳化，所以对于这个 tail regression 的程式的话呢，它可以编译出跟 iterative 就是那种就是回圈式的啊、哦，就是那种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回圈式的那个。程式可以达到相似的效果啊，这个我们在你所不知道西元啊递回呼叫片就有探讨了啊。那但是呢，这个同学发现什么？哇，这个曲线长得好奇怪啊，对，好，为什么呢？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做一些实验，最后发现这个跳动啊，就还是这样，还是很大啊。然后他就开始去做一些实验哈。第一个就用 testing 啊，把什么把这个 process 固定在某一个 CPU 上啊，可以。然后呢，接着干什么？接着什么就用到 isolated CPU 这个 isolated CPU， 然后呢，哎，他就把那干扰哈逐渐去把它排除了，好，
然后之后呢，再用什么？再用那个统计啊，就是统计学。所以你为什么要学统计？这时候就要用到哈，所以它就是重复执行实验10000次啊，然后用那个什么，用那个取95%的信赖区间哦，就得到漂亮很多图了啊。但是呢，注意到这里，哦，这个东西好玩啦、啊，这个东西呢还没有注意到啊。不过我们现阶段还没办法特别去处理这件事。好，那除了这以外的话，他开始用去开始思考啊，比方说像前面讲的 unlikely 对不对啊？就是对那产生出对Branch predictor 友善的程式码，好，注意到啊，对 Branch predictor 友善的程式码，这是编辑能够产生的，好，但是那也是提示而已，好，编辑到底能不能产生出来呢？其实要看目前程式的那个困难度啊，或者说目前的一些限制。好，那它而且它这边加入条件比较单纯啊，就是避免的一点啊，那事实上还可以，比方说二啦，或者是甚至可以做一个很小小表格，比方说我们把前几项都写进去，好，就可以做这种，因为前几项呢刚好可以塞进一个 cache line， 所以其实那个表格太大没有用，表格如果大于一个 cache line 的大小呢，其实没有意义，好，但是如果说你的表格刚好什么，刚好可以放下那个前几项，好，而且呢前几项数字都很小嘛，对不对？你看前几项 Fibonacci 的前几项都很小，你看一下 Fibonacci number。比方说sequence 你看前几项很小嘛，好，1123581314，好，那如果呢你不是用那个32位的整数去存，好，你用16位元甚至8位元去存，那你就可以存很多，好，因为好了，你再去看下去啊，你看到，如果说你用8位去存的话，你可以存到哪一项？你可以存到这一项。好，所以你看，你可以存几个数字呢？1234567891011213144，对，你可以存14个数字。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数字永远就越来越大嘛，所以你从头到尾，你只要存一个什么？存一个差动值就好，就是说你只要存一个彼此的差异就可以。所以你有很多策略啊，去针对小的数字啊。那小数字为什么有意义呢？因为小数字做完之后呢，后面就是用小数字可以生出大的数字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也是一个策略啊。那这个策略呢，也可以搭配刚才的 branch predictor 的那个什么的影响啊。所以其实对不对？你突然脑袋你会觉得哎，好多东西可以做，对，多的是啊，对不对？好，那所以他就开始去测啊，有没有 confidence 的那个影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边紫色的地方是没有 confidence zero 啊，那绿色的地方是有 confidence zero 啊，所以你看到在尤其是项数增加之后呢，这个这样，尤其在第41项之后呢，这个帮助呢是存在的啊，在这边啊。然后呢，接着他就开始考虑到那个第92项以后的这个数值啊。其实这个第几项啊，其实这个写法可能不太对啊，就是要去定义，因为毕竟我们是从零开始算的，就是它其实一开始不是一，是一开始是零，零一一二，好，那不过我们先对这个用词不假设不那么在意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共平看嘛，好，那所以呢，这个开始去实做一个什么，去实做一个大数运算，就是大数运算的一个机制，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实做呢就比较单纯的一个实做，就是它没有像我们的 big num 就比较复杂，就是有考虑到 digits，因为我们把这个拆开成一个 digit 跟上面的 big number 的操作啊，那这样 digit 的话，其实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有机会用到一些比较低阶的那个实作技巧，比方说你可以有，你看这个 count is zero 啊，这边是存在的啊，然后再是我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些 building 可以用。我们 building 的话，就是有用到count 有这边的话是 count linear zero 是 L 好，那还有的 count tail linear zero 就是那个尾巴的，好，尾巴的 CTG 好，所以就是我们用到 CTG 啊，还有刚才那个这个部分好，那除了这以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小的数值的时候呢，不是小的数值哈，我们在部分的那个操作呢，我们把它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说比方说以64位
就试问这一场啊、哦。所以我们其实有去定义说，硬体的这个指令啊、哦，那我们硬体有指令有去定义这个乘法跟除法啊、哦。那这个乘法注意到啊、哦，在那个 Unreal Q 呢，它其实可以处理128位。所以呢，它可以省掉什么？省掉这个，对，好，注意看这个，哎，不对，我看一下啊，128元的这个乘法，好，对，好，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啊，它其实就是它是可以，这因为64位元乘64位元哈，这之后呢会变128位元啊，自己想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哈，因为你有那个什么，就是。它跟加法不同嘛，哈，64位元加法加64位元加法，它可能会超过64位元的范围，但是它不会超过太多，哈。但是乘法就不同啊，乘法注意到哈，所以 Unreal 最终会得到128位元啊，所以注意看这段 code 啊，这个段 code 呢，它有对应到这个128位元的那个实作机制啊，然后那我们也有提供那个7元的版本啊，就是7元的话就把它展开成用 digit 啊，所以变成说什么呢？就是说原本那个同学哈，就是那个同学呢，自己做一个 big number 呢，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啊。其实你可以把它数值小的时候，你可以变得可以 shortcut 啊，就是因为你可以退回去用什么？用硬体的指令，用硬体的乘法的指令啊。那像64位元的乘法呢，它可以除以到128位元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那个 APM 把它堆砌出来啊。不过这边还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哈，就是啊，然后包括说这个 vector 什么鬼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同学呢就按部就班的去慢慢试做啊，然后那的确啊，他也是一些突破啊，那而且这突破的话呢，他也特别什么去把那个像什么机体管理的啊，什么柜啊，就是这种议题啊，去处理啊。好，所以呢，谈到这边来讲话呢，我们在这一次的 review 来讲话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哈，就真的啊，我们这次就很有趣啊，就是说我们真的去面对啊，面对Linux kernel 啊，然后我们真的去做在 Linux kernel 做一些实验啊，那很多相关的议题啊就慢慢凸显出来啊。那当然也请你啊，也请你做什么事呢？也请你去参考。但我没办法探讨那么多同学的那个成果啊，而且不是说列出来他们就是一定是最棒的啊。其实他有一些个别都有一些值得去思考的啦啊。然后比方说像这个同学吧啊，这个同学的话就是其实他做的也蛮好的啊，就是那这个同学呢，就是他的 big number 呢，他 big number 他参考一个实作啊，那这个实作呢是在1990年代的那个实作，就是那个big number 这个啊，他就实作一个 big number， 那这个 big number 呢，他的实作呢是比较早的哈，然后是在哦不是90啊，是2003啊，但注意到呢，这个实作有个不好的地方哈，它是有限制那个商业应用啊，就不准在商业应用，不过这个同学在做学术研究没有关系的哈。那这个实作呢，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不只是他授权啊，最重要是他的实作呢是很依赖那个十进位，所以你会看到像这种零啊这种东西的哈。那当然好处是说，他把那个数值的输出跟数值的运算是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算完得到的结果就是看得到的结果啊。像 big number 处理就比较麻烦，就是说我算完之后呢，它还是全部都二进位的，我还需要额外的一个。刚才看到 format 点击那个啊，就我再把它读出来啊。那所以这个好处就是说呢，它实作很直觉、很直观啊。但是缺点就是什么？缺点就是在于说，很多 BYS 的操作呢，其实是不能用的啊。像前面讲的那个 count link zero 啊 ，count tail link zero 啊，这种就是这种或者 population count 啊，这些指令其实用不到啊。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们事实上有一些乘法啊，乘法上有一些加速的一些运算啊，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乘法上的话呢，就是对啊，就是比方说这边乘法来讲的话，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卡纳出法哈，卡纳出法演算法，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乘法运算啊。那这个乘法运算呢，其实你如果要发挥它的效果的话，其实你还是要回到二进位啊。那它还有一个更快的一个实作啊，注意到这边有一个更快的实作。这边呢就有一个更快的实作啊，一样，你在二进位啊才能够把这个效益发挥出来。你当然十进位还是可以套用这种快速的乘法演算法啊，但是
你的就是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十进二进位啊，十进位都可以用啊，但是就是我们在中间的那个数值表示啊，就是那个这个数值表示来讲话，二进位呢，它这个来讲话呢，它的那个空间效应是比较好的哈，就是在这边好 shift 这边注意到，就是二进位的那个最，所以你要把它转换成二进位才有办法发挥这个样的效能啊。然后呢，再是还跟那个什么 FFT，对，不要怀疑这个啊，跟那个快速傅立叶转换有关系啊，对，酷吧啊。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让同学们去可以去交流讨论这个一个平台啊，那才是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这个为什么要。不只是把教材开放出来啊，那重要是我们在大家实作过程中哈，大家可以相互观摩好，然后不只是各位同学啦，当然说我也可以从各位同学身上好学到一些东西啊，特别是一些想法啊。那当然，现在电脑的这个尤其是 micro architecture 啊，就是说你不能只看 Intel、AMD 这种东西哈，你不能只看 CPU 制造商，你要看它的那个机体架构啦，然后它的这个影响啊，其实这个层面还是很大的哈。虽然我已经可能有很多台机器，但是。你看到的环境跟我看到的状况肯定不同，好，所以这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相互学习的，然后大家提出一个讨论，好，所以但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我工程上永远都会有在可以进步的地方，好，而且这些进步的地方呢，往往这些经验它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好，当你要原本就是要你能够去突破，然后你原本就有这种好奇心去探索，好，好，那我们这次 code review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